各位晚安，我们今天又来继续这个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这个讲座。那我们这个今天讲座的目的是来探讨这个开发工具以及规格标准。那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哦，就是在我们过去的探讨哪些部分哈。那我们在过去的话，最早是从这个西语言的指标，那接着是推到韩式呼叫以及像编译器啊，还有一些像是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啊。那特别提一下，就是说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话，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设计模式。那所以像是西语言啊，其实包含很多程式语言都可以做啊。就是说像 design pattern 这种东西，基本上它是跟程式语言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啊。只是说有些程式语言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比较快啊。然后就是语法上可能比较容易啊，但是本质上你可以用任意的程式语言，应该都要可以，只要是 Turing complete，应该都要可以做出来。好，那除了这个物件导向以外的话，我们还包含说像是前置处理啊，然后里面有一些技巧啦，然后包含说动态连接器，然后再递回。那我们今年开始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开始来探讨一些程式开发的技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3月的时候有一个叫技巧篇。那之后这个技巧篇的内容啊，我们会把它扩展。那再来是在4月的时候，我们有拿一个我们开发了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叫 Facebook，那是 BOO，就是它的拼法是不是 BOOK，是 BOOC。那 所以我们今年是会希望说，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就是看一些实际的案例啊，然后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怎么去把西语言开发哈，就是说，不管是背后的设计思维啦，然后技巧这种议题，把它考虑进去。那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我花更多的心思去把所谓这个工具跟这个标准面哈，那尤其是标准哈，就是说那种语言规格的标准，以及说它的哪些地方是没有比较模糊的，要需要澄清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以专业的城市设计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今天的重点：开发工具跟规格标准。那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嘛，这本书是这个已故的Dan Stitch 跟他的这个同事啊 Kenny 很合写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造就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推广早期的这个西语言。我们都知道，西语言最早的设计目的是来开发 UNIX 作业系统。那 UNIX 作业系统从1974年开始，1973年开始重写，然后在1974年的时候发表啊，就是这叫就是 UNIX Time Sharing Operating System。那基本上在1974年之后呢，这个 UNIX 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虽然它获得巨大的成功啊，不管是各方的关注以及多方的应用，但是真正把西语言这样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程式语言揭露出来的，其实是在1987年的这本书啊，当然后续还有在更新。那这本书基本上做了很好的示范，就是说这本书如果你看过的话，它是薄薄一本，那它也有繁体中文的翻译。那 这本书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说，它阐述观念的时候是讲得很简洁。那但是后面例子啊，后面的作业其实很值得一写，就是可以了解说这个，了解说背后这个，就是说，比方说它有些像字串处理的例子啊，这很好，因为你处理字串的时候，其实你就在重新检视你对西语言机体处理相关的这个操作啊的熟悉度啊。那比较好玩的地方是说，在 Twitter 上哈，上面有写什么呢？他就说推特上有人就把这个封面哈，怎么称为叫 K 拿西啊？这个 K 拿就这个 Kenny 跟那个 Dan Stitch 啊，那就这本书叫 K 拿西。然后呢，这网友呢写的就很经典的话是什么呢？说这个是什么呢？西加加最棒的地方啊，所以其实是西语言啊。当然这是嘲讽说西加加这个程式语言已经太复杂了，复杂到我已经无法理解它在干嘛了。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西加加可以多梦幻呢。好。比方说呢，有人就开始写了一个很有趣的程式码，就这样画面中看到这样子的程式码。这个程式码呢，基本上它已经美到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啊。当然，应该是说我没有能力解释它了哈。那这里面用到很高阶的这个西语言技巧，但是你发现一个很美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方括号啦，这个大括号拼起来哈，有没有像 Candy Crush 啊？所以这个美到怎样，令人不知所措啊。那我们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列啊，基本上不太探讨 C 加加啊，基本上不是没有，我们是只是当个参考，就是说有点像，比较像那种鉴赏这种程度去看啊，就是说我们主要还是讲 C 语言，但是比方说我会对比啊，比方说我以物件导向的时候，或者以 design pattern 的时候啊，对照一个 C 语言版本跟 C 加加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差异哈。那为什么我们不再特别开一个这个系列哈？那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我们可以看到说，C 加加呢，虽然它号称是物件导向程式语言啊，其实这是上个世纪才是这样啊。其实这个世纪我们如果要探讨 C++，其实比较好的说法是什么？它是一个 meta language，也就是说，事实上它里面的成分是很多的，它有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但是呢，除了这以外呢，它有就是像 generic。啊，programming，比方说像那个 STL 啊，就是这样。STL 基本上它并你讲它在物件导向其实不是很适宜啊，因为它更多的是这个 generic programming。然后除了这以外呢，你发现说在 C++ 新的标准呢，你会发现说里面还包含说 functional 的层面在里面。好，那所以事实上呢，C++ 它本质上它就是含入了非常多的成分啊，所以这件事导致在学习上有非常大的困扰。好。然后更可怕的地方是它的改版非常快，这个我写错了哈，C++ 这个 17 哈，基本上这个规格哈，这规格已经就是也要推出了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这里，好，所以你们有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1998年。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哈，1998年这个 C++ 标准是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很多现行的这个编译器基本上还是支援1998年的标准。但是你可以看说，从03，然后接着11、14、17，接着这个过程中改版非常之快啊。那而且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最近的这个标准啊，尤其从 C++ 14开始呢，14开始基本上加了非常多东西，比方说 parallelism。然后再是 memory model、concurrency、networking 啊，这基本上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内建的。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有点像 Java，对不对？觉得 Java 吸引很多人的地方是说，它一开始就内建很多机制，但是这也让我们学习门槛提升了非常多啊。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事实上你要面对很多编译器的不相容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以 GCC 来讲的话呢，GCC 来讲的话。在今年终于推出这个 GCC 7.1。GCC 7.1呢，在上个月啊正式发布。那这个 GCC 7.1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我们来看一下特征。它主要特征就是这个17啊，看到17就很潮嘛，对啊。那这个所以事实上呢，它就是应该算是第一个有工业强度的编译器，然后支援什么？支援 C++。17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然后这个里程碑的话，说明什么事呢？说明说，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变革啊，其实涵盖非常非常多的特征哈。那整个开发就难度都提升非常高了哈。所以，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这个 Lambda 啊，那在这个 C++ 17啊，其实也涵盖哈。所以从这个11跳到14的时候，已经引入非常多机制了啊，然后从14又再跳到这个14跳到17的时候，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那如果说我们同时来对比一下啊，就是其实，在 Twitter 上很好玩的，Twitter 上有一些有趣的人啊，基本上有趣的人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可能就先看到一个有趣的 tweet 啊，就是在 Twitter 上看到有趣的 tweet，然后你就去 follow 他，然后就会遇到有趣的人啊，那就是就开始有一些有趣的人啊，比方说像这个 Rich 啊，这个像 Rich 这个人有趣啊，他是一个大叔啊，其实长得还蛮帅的啊，就是一个你知道中年大叔。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 Twitter 上啊，然后而且他 Twitter 上呢，他花很多时间在写 programming 的 Twitter，然后就是像这样啊，就是有时候网上有些笑话啦，或者有些讨论啊，他就会乱入啊，不是，就是他会开始讨论啊。然后呢，这个 Rich 呢，其实很有趣的啊，Rich 其实他是这个有一个。有一个
可能你有听过的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的这个开发者啊，他是 Marshall Libesy 的作者。那我跟他是在2013年在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上遇到他的啊，那他是这个 Marshall Libesy 的这个维护者。那 Marshall Libesy 呢，他很有趣的啊，Marshall Libesy 他是另外一个 C 语言的函数库。为什么要另外再写一个呢？啊，因为考虑到一件事，就是说，像我们熟知的这个，像 GNU 的 Libc 啊，那 GNU Libc 又叫做 GDBC 的授权条款是什么呢？GDBC 的授权条款是LGPL。LGPL 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从头到尾只是把 Libc 当做动态连接的函数库，注意到是动态连接啊，动态连接的函数库的时候呢？你上面的这个应用程式，如果它没有参照到其他的 GPL 的这个 source code 的话，那事实上你的授权条款是自由的啊，就是说自行定啊，不是自由，我应该说宽松的，就是说你看你要什么协议，要什么散布方式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 libc 啊，就是 GDBC 以 LGPL license 的 GDBC 的时候，如果你要做这个动态连接啊，就像你在第二个链接看到的啊，这后面的问题就很大。有一些条款是不受 LGPL 限制的，但有些就是例外条款啊，就是在 LGPL 来讲话，有些例外条款哈，所以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什么会不会被传染啊之类的这种问题哈。但这个问题是很多时候它不是纯粹技术问题，它很多时候是那种带有哲学性的思考啊。比方说最经典的例子，比方说什么，像那个GCC 不是也有支援 STL 啊？那我们知道一件事，GCC 是什么？GCC 是以 GNU GPL 释出的，而且它是 GPL V3 啊，基本上是很严格的版本啊。那 GCC 呢，它事实上它在它的那个 C++ runtime 啊，就我们称为叫做 STD 啊，libstdc C++ 啊，在这个 runtime 里面呢，事实上有怎样？事实上有提供这个 STL 啦，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实作啊，那问题来，如果呢，你用 GCC，然后静态连接啊，就是说我们编译的时候加一个 static 这个选项，那最后这个执行档它应该用什么授权条款释出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哲学的，我再讲一次啊，这是哲学问题，它不是技术，它其实要很多这种去声明的啊，所以你看到像这种问题啊，其实很恼人啊，就是说势必呢，这要导致什么？要导致你必须要写非常多的例外条款，所以我希望作为程式开发者，千万各位不要觉得听到什么啊授权东西是律师的事，不关我的事哈，这没有这个差异了哈。在这个时代，是在21世纪，其实你跟我都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懂法律啦，不知者无罪哈，没有这回事。你只要有 Google 搜寻，你只要有办法保持一个顺畅的网络，你应该就要懂 everything。好，所以你知道专业的重要，专业我们去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去咨询，找一个人去好好的阐述自身问题，这也是一种专业啊。好，拉回来，所以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势必呢，像这个 GCC 也好，或者说包含说这个 GNU 的 Libc，或多或少都是为了这些特殊的这个情境啊，或者说一些组合的情境，必须要额外加一些例外条款啊，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哈，在 GCC 的话就有个东西叫做 runtime library exception 啊，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例外条款。那但是呢，例外条款不管怎么定呢，往往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事实上那个必须要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GNU 的 GPL 条款从第二版到第三版啊，这些新增了非常多这个。新增非常多的这个要求跟一些声明啊，就是因为这个议题。那当然会有一票的这个开发者觉得说，哎，我不想花那么多心思，我为什么不能让我的程式码用比较宽松的形式去发布啊？所以像这个 Leech 啊，这个很有刚刚讲的很有趣的 Leech 啊，它就是搞了个东西叫什么Marshall Libc。那 Marshall Libc 呢，它的这个授权条款就是 MIT License。MIT License 很简单，它的那个理解非常好，非常理解。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不要把作者的名字涂掉，好，注意啊，不要把作者名字涂掉，好，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最终的这个
程式码是以 binary 输出，是以这个source code 形式输出，在不涂掉作者的前提下，你就可以宽松的发布，那所以你要把它变成商业产品啊，或是 relicense，比方说 relicense 成 GNU GPL，其实是合法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在授权条款的话来讲的话，就是MIT 基本上是最松的啊。那 BSD 稍微要求多一点，BSD 要求说什么啊？比方说它不可背书啦，然后再是说它就 BSD 要看它是四条的、三条的还是两条的。那 BSD 两个条款的基本上跟 MIT 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啊。那当然就 BSD 还要就是看啊，那但是它要求说你在发布这个程式码的时候，必须得怎样印出这个或者输出这个提及相关这个原始作者的资讯。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另外一个极端，比方说像那GNU 的 GPL 尤其是第三版它是最几乎是最严格的。那当然介于中间的可能像什么 NPL 啦，或是说像这个 Apache License 啊，这种就是介于中间的。那总之就是说这个 Muscle 呢，作为一个 libc 的始作呢，基本上它的功能本质上就跟 glibc 是相同的，就是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本质上是相同。那没办法做到完全的 binary compatible 有很多设计上的议题但是它的在很多应用已经出现比方说像什么 OpenWRT 这种东西那些东西是在这个 muscle libc。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因为这个 rich 这一位实在是太有趣了，又会写程式，讲话又幽默所以他。我们就把这个讨论串的内容整理一下他说什么呢？Ruby 呢，以 Ruby 这个程序语言来讲的话，每个东西都是物件所以你今天一加一这件事是怎样？一这个物件跟另外一个物件做通讯就是说一这个物件传递一个讯息，说我跟你想要怎么做加法这讲起来奇怪对不对？我们换个说法，就是他想要结合对不对？结合对，加法结合上叫法结合。那所以这个。一这个物件想要跟另外一个物件想要结合那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message passing 就是传递一个讯息这是 Ruby。那如果是 Clojure 呢？Clojure 很好玩，Clojure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Lisp 的一个强化版当然，Clojure 涵盖很多程式员的那个特色对，那 everything is a list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后面呢，像那个 JavaScript，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其实我差不多22年前吧，有学过 JavaScript，但是我从来没有学会过Terrible mistake，这是写的太好了。好，那在西语来讲的话，好玩的地方什么呢？西语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一句话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 Rich 讲的超美妙的说法他就讲这个，就是本质上什么呢？就是说西语本质上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什么呢？组合语言我们再讲一次西语本质上它是高阶语言。但是这高阶语言又有很多低阶语言的特征，所以事实上呢，在早期一些游戏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像《毁灭者战士》那在我印象深刻，大概是在96年的时候吧9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看那个一些游戏设计的一些杂志那时候会有一些对原始开发者的专访那时候就有一个专访，就专访这个《毁灭者战士》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他说什么呢？他说西语言知识就是《毁灭者战士》里面有。的专访，他讲到什么？说西元是什么？西元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的语言，就是说你 what you see，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是这样拼吗？不管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那所以这个毁灭战士那个专访，我觉得印象深刻，他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毁灭战士用西元开发那个开发者就讲，因为对他来讲。它西元写什么东西，基本上它对应到的组合语言或者对应到最终的这个二进位基本上就是符合它预期。但是 C++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在西元来讲话呢，它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西元基本上它里面有一些术语，这些术语比方说 object 这有什么你要读过一个术语它里面很多术语基本上都是站在什么，站在 object 这个词汇上。可是呢，这个 object 的词汇上，它的 object 其实很单纯，跟很多程序员像 Ruby 比起来，它简单多了当然跟那个 JavaScript 比起来，它的 object 又更简单，它只是一个占有空间的一个表示法。所以对西语来讲，最重要就是表示法本身。在西语的规格书，我们等下会看到的这个带着大家看的规格书，你会发现它里面花很多心思在讲解释什么这个表示本身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Linus Torvalds 他怎么解释说为什么就是 Linux kernel 啊，Linux kernel 为什么要用 C 语言开发？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你知道，就是从1991年到今天为止，基本上 Linux kernel 掺入了很多设计的想法。Linux kernel 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物件导向开发的一个专案，而且它内部有很多 design pattern 啊，这也是我们之后希望让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啊，就是说这个物件导向的设计啊。那所谓的物件导向设计的话，其实在 Linux kernel 里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思维模式啊，就是说它事实上里面也有一些像是比方说比较偏 microkernel 啊，或者说偏那种 message passing 啊，就有一些过去只会在 microkernel 出现的机子，在 Linux kernel 其实也有这种影子存在啊。像比方说你可能知道这个 Android 手机啊，像这种 Android 手机里面它有什么？它有 binder 啊，那个 binder 基本上本质上它的设计想法是 microkernel。好，那总之呢，就是说在 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它其实掺入了很多设计的思维。但是为什么它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坚持用 C 语言的开发？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说这一份这个文章啊，就是说这 Linus Torvalds 在10年他在这个论坛上面提到的这个议题啊，就是那当时就基本上在 Linus kernel 的论坛啊，每隔几年就会有这种为什么不用 C 加加重写啦，然后类似这种议题啊，那 Linus Torvalds 看多了他就会回哈，但你也知道这个 Linus Torvalds 现在讲话比较猛一点哈，因为他已经是什么？他已经是这种这个 super coder 了，对哈，就是太多的那种想法是很酷的哈，啊，就是不是很酷，就是很犀利啊，他已经是犀利马龙了啦。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帮他画几个重点啊。第一个，这个 Linus Torvalds 直接跟你讲什么？他真的不喜欢 C++，然后呢？他说什么？C++ 是一个什么？是糟糕语言啊！就对他的观点是糟糕语言啊。那因为他的为什么 Linus Torvalds 说 C++ 是这个糟糕语言呢？因为 Linus Torvalds 认为啊，注意到是他的观点啊，在 Linus Torvalds 他的观点是认为说 C++ 试着去解决太多问题啊。我们知道 C++ 获得一个巨大成功，也因为这些巨大成功导致 C++。这几年与时俱进，引入了很多功能项目。前面讲到 parallelism 啊、concurrency 啦、啊，然后这个 memory model 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是呢，又要在那么短期的，你看到11、14、17哦，这几年改革非常快，所以你会导致说，除非像 GNU 的什么 GNU 的这个 GCC，它是涵盖很多很多商业公司以及很多研究机构的成果，所以它才能够这么快的跟上来。啊，而且这里面的这个 GCC 的贡献者，本质上他也有些人也刚好是这样，也是 C++ 的一个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哈，所以这样子才导致说，这个 C++ 的实作本身才有办法够快的哈，就是说实作面才有办法够快的跟上啊。
你可以看到在那个贝尔实验室，然后那有些很有趣的文章就说，哎，这个 C 加加这样是怎样的程式语言啊？那所以其实你可以追溯到早期啊，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早期只是一个 class 的 extension 啊，就是说，事实上呢，就是说跟原本的 C 加加一开始跟 C 语言没有太大的差异啊，那事实上它就是参考了这样的 Simula 这样的早期的这个程式那个物件导向语言啊，然后做一些调整啊，但是呢，在这个世纪很尴尬，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更明确的说法是从 C99 开始啊，就是说 C 语言1999年规范开始。C99开始，C 语言跟 C 加加就是分道扬镳。尽管很多东西有相互有些考量点啊，比方说，你可能知道说 C 语言在2010年的规范哈，是有提到什么，像是 concurrency 啊，或是 memory model 啦、啊、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在 C++ 11也有提到。但是呢，除了这以外，其实两者的东西落差越来越大哈。比方说，像你可能知道这个 C 语言有一个什么。一个像是 designate initializer，好，这都是啊，在那个 C 九九呢有什么呢？有 designate initializer，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这个 C 加加是没有的啊。再讲一次啊，这个 designate initializer，如果你有常常看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你常常看到这种写法啊，就是点来点去的嘛，点 X。点 y 啊，就是说我可以去初始化 x 跟 y 这两个 member 啊，就是结构体的两个 member，那我可以用这个 designate initializer。好，可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 C 加加本身是不支援的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光是这么简单的语法，C 加加跟 C 就是分道扬镳。那当然，C 加加的说法是什么？C 加加说法是 C 加加有 constructor，所以这样的东西应该留给什么？这样的一个初始化应该留给 constructor 去做。好，那对 C 语言来讲的话，constructor 基本上是一个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多余的机制。为什么？因为对开发者来讲，他更在意的是具体的执行顺序。因为在很多 constructor 的实作啊，尤其在 C++，constructor 的实作很可能这样，很可能会发生在什么？很可能会发生在 main 之前。好，这会带来一些在平台移植啦，好，还有这些开发者的一些。假设上面哈，因为在很多 C 语言开发者的观点是，他希望控制每一步的操作哈，包含物件、包含资料那些怎么初始化，包含说他后续的怎么操作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光是这个 designate initializer 在 C 跟 C 加加哈，就本质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的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回来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语言呢、啊，语言是活的东西啊，所以是让不管是 C 语言也好，C++ 也好，基本上一直都有在不同的这个讨论，一直都有在前进。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两个就是不同的语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议题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议题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了解这个 C 语言规格书啊。那在了解规格数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想一些这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比方说呢，第一个 C 语言的编译器到底怎么开发出来？啊 像这种经典问题，我们来想一下。当然你也知道，很多资料也只能找看那个简体中文的嘛，哈，这个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多写一些东西出来哈，不然你随便找都是简体的。好。那 Dennis Rich 作为 C 语言的这个重要的开发者哈，就是也是 Unix 的这个共同开发者之一，共同发起人之一哈。他在2001年是过世。那他的过世呢？2011年哈，2011年过世。那他的过世对整个开发，就是整个这个整个。整个环境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那事实上，Dennis Rich 其实他做了非常多东西啊，除了 C 语言以外，Unix 啊，还包含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Play9。那 Play9 是基本上是在贝尔实验室看到 Unix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呢，他们再重新开发一个作为新的作业系统，作为 Unix 的这个后续的版本。那
分类把 Unis 里面很多不一致的概念啊，比方说我们讲 Unis 哪些东西不一致，Unis 很多想法是什么？就是 Everything is file，也就是说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档案啊，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把什么呢？你可以把机体当做档案这样操作，就是你的 RAM 可以当做机体来操作。那你又可以把一个装置啊，比方说什么装置呢？比方说显示装置啊，一台荧幕啊，你把它当做这个档案来操作。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想法，可是很不幸的一方是说，Unis 对某些东西是没办法那么清楚的去把它一致的去表达，像什么，像是 socket 啊，就是那种网络。有写过 socket programming 的朋友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说 socket 来讲的话，我不能只是单纯的 open、close、read、write 啊，因为 socket 我需要设定什么一些 option 啊，就是一些就是。网络通讯，我又必须设定一些，比方说要不要支援那个，支援说小封包的特别处理啦，啊，或者说我本质上要 TCP 啦、UDP 啦，反正这种 protocol 本身的那个行为，所以这导致呢，我操作网络的时候，我不能单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档案，啊，那 Plain9 呢，它做的非常之激进，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想得到的每个东西都可以当做一个真正的档案去看待，所以。这个网络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档案，而且这个档案呢本质上怎样，它的状态是可以被自动追踪的啊，所以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分散式的作业系统。除了这以外呢，你会发现说像终端机啊，什么终端机，像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叫终端机。所以像你画面中看到这样的终端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档案。好，再讲一次啊，终端机啊，终端机你可以干嘛？你可以输入啊，比方说我这个输入对啊，那。画面中看到这些更新就是什么？就是输出。所以这个东西的终端机的输入、输出啊，以及终端机讯息的这个部分的截取，或者终端机讯息的这个转向啊，这东西我可以把它当做一般的档案。所以 Plain9 它非常非常前卫啊。可是不过很不幸的地方是说，虽然它的设计很前卫，而且在贝尔实验室把它的希望啊，就把 Plain9 当做什么这个 Unis 的后继者，希望可以完完全全取代 Unis，然后再创巅峰啊。那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嘛，啊，90年代，其实90年代那个年代其实有趣，那个年代光是做 CPU 公司有100多家，然后呢，开发作业系统公司可能有一两百家，然后提供资讯服务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那个年代就是所谓的 ISV 啊，ISV 就是说这个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啊，就是说独立的这个软体开发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所以当时很多这种软体开发商，他可能就开发一个类似一个什么呢？类似一个 Lotus 123啊，或是说类似一个 VZK 啊，这种试算表软体啊，就一炮而红啊。那或者当时你也肯定会什么像 DBase 这种东西啊，做个资料库，然后一炮而红，这种例子很多啊。但是当然同理也有作业系统啊。那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90年代呢，贝尔实验室对 Plain9 有很大的希望啊，所以这个 Dennis Dish 也是带领这个团队啊。不过很不幸的地方是，他跟 Unis 的落差没有非常之大，他不是完完全颠覆。啊，所以事实上，它在市场上其实接受度相对低，因为它跟 Unis 不是，它是不相容的，它是把 Unis 更多概念重新改写，让它本质上变成一个分散式的作业系统。但是它跟 Unis 的落差又没有大到非常大啊，就在 Unis 如果是这么高的话，它在这种层级啊，而且最麻烦的是很多东西是 Unis 有的，但是 Plain9 没有。好，那Dennis Leach 呢，在贝尔实验室作为一个主管哈，带领这些团队，然后其实创造了非常多丰硕成果啊，那。你可以查一些那个文件来提到这件事。好，但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地方是什么？诶，西语言到底要怎么去实做出来？啊，所以你在大学有可能学过一些课，比方说一些编译系的课啊，在当然有些大学已经取消了，然后像这个台大跟交大的编译系都已经不是必修了，啊，这个有点遗憾啊。其实这个编译系对这个。学 computer science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它是一个集大成哦，把很多那种过去你学过的那个离散数学啦啊，计算机理论啊那些东西都集大成啊，不管，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实做一个西语的编辑，这个问题是个很大，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一件事，像格鲁的什么，格鲁的 GCC，格鲁的 GCC 是用什么写的？格鲁 GCC 它就是可以用西语写啊，但是可能你不太知道的地方是什么？格鲁的 GCC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用 C 加加写的。好，那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说格鲁的 GCC，不管它是用 C 语言写还是用 C 加加写，
我在开发的时候都已经有成熟的 C 或者 C 加加的编辑器可以用啊，比方说旧版的 GCC，所以你可以用 GCC 6去编译 GCC 7，这没什么大问题。那问题来，那请问 GCC 1到底有什么东西要编啊？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 GCC 它跟一般的编辑器有个很大的差异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free software。所以依据 Richard Stallman 的想法，这样的 free software 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挣脱这些 proprietary software 啊，这些商业的啊，或者这些有专有的专属的这个软体，应该挣脱这个限制。所以 Richard Stallman 的想法是这样啊，就是说他的 GCC 呢，一开始是用 C 语言开发的，所以他可能一开始需要一个什么，一个 proprietary 的一个 C compiler 啊，所以就是说你我先用一个 proprietary 的 C compiler，但是呢，我把它产生出一个什么，我就是我你看到 proprietary compiler 在这里。然后我去写一个以 GPL 发布的，我们称为叫做一个什么一个 free software。然后呢，我用 proprietary 的 compile 这个 free software。然后呢，这个 free software 帮我产生出一个什么新的 compiler。注意到这个新的 compiler 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以 GPL 发布的，就不再是 proprietary software。好，这个概念很容易懂。所以我今天有个以 GPL 发布的新的 compiler，它我接着就可以继续编译什么新版 GCC 的 source code 啊，然后这样子诸如此类，你会怎样？完完全挣脱那个 proprietary software 的这个约束。可是问题来了，那第一个怎么办啊？所以事实上呢，你第一个 C 的 compiler，你其实需要一个怎样？你需要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说你先创造一个子集合，就是一个 C 语言的子集合，比方说 C0 啊。那 C0 基本上是它够简单，所以你可以简单到用这个用 assembly 啊。machine code，或者是说用一个既有的 compiler，假如你的平台已经有 Pascal 的这个 compiler，或者是一个 Fortran 的 compiler 啊，我们知道，不管是 Fortran 也好，COBOL 也好，或是 Pascal 也好，这些 compiler 其实它的出现都比 C compiler 出现的时间来得早，而且早期的这个 Unix 的这个 source code 里面，它其实都有提供这个 Fortran 的 source code。好，所以我先开发一个 C minus 或者 C0。那总之这个程序语言比较简单，这个语言比 C 语言简单很多，所以也许它这样，它可能不支援指标，它可能不支援比较复杂的功能啊，比方说这个 function pointer 这种东西，它可能不支援 但没关系，我就讲，我用这个 C0，因为它可以先用组合语言写出来。那它 C0 既然可以用组合语言写出来，然后呢，我可以支援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C 语言的集合，然后我用这样东西写出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 C1 啊。然后呢，我又干嘛？再继续开发下去啊！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我是一步接着一步这样子开发出来的啊！所以你从 C0 开发出到 C1，C1 再继续开发到 C2 啊，诸如此类，你一直在持续在开发下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路途。所以我们称为这件事叫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建构一个 compiler 呢，我们称为这样的东西叫做bootstrapping 啊。那所以，事实上，我们要建构一个编译器，事实上不是走 C 语言那么艰辛啊。世界上任何的这个早期的编译器都是很艰辛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真的要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现在有太多工具啊，可以协助我们啊。比方说，这就是要广告时间在啊。最近不是有个 PyCon 嘛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这个优质研讨会啊。这个 PyCon 台湾啊，它是非常好的研讨会啊。然后这个。在 Python 上呢，有很多很有趣的议题啊，比方说讲一些数值分析啦，然后以前还有讲一些股票分析啊，然后再是不管，那有可能有这科学运算的啦，啊，或者说用什么 Deep Learning 啊、Machine Learning 啊，然后其实我也搞不懂啊，反正这种人工智慧这种东西啊。那如果你认真看呢，今年的这个 Python 啊，不，今年这个 Python 啊，它有一个好玩的议程，这个好玩议程在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打造什么，打造一个新的程式语言啊。那我们这样的程序员，他可能解决一些特定领域的需求，老师我们称为叫什么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所以这个东西我叫 DSL，也就是说我今天创造一个新的程序员，可是呢，我创造新的程序员，我需要一个编译器，对不对？啊，所以我需要个编译器，可是编译器的开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但是呢，在今天就简单多了，为什么？比方说你可以用 PyPy，PyPy 它是一个，它有。它很难用一句话解释啊！你可以讲到说它是一个最佳化的一个 virtual machine，就是 Py，它可以是一个更快的 Python 的 virtual machine。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tool chain，就是说它本质上是用 Python 写的，
但是它可以把它可以让你更容易去把某个程序语言，比方说 Python 转成什么，转成JavaScript，Python 转成 C 语言啊，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啊，就是工具的集合，我们称为叫 tool chain。所以我们利用 PyPy 这样的 tool chain，我可以做什么事？我先去定一个程序语言，然后定完这个程序语言之后，我用 Python 搭配 PyPy 啊，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干嘛？做出一个 compiler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6月11号啊，因为刚好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那天刚好我生日哈，那我跟我学生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嘛，介绍一下这个 PyPy 啊，怎么用 PyPy 来开发一个什么，开发一个 language 软盘啊，所以我们会介绍先定一个程序语言啊，然后我们开发上面的值域器 interpreter 编译器 compiler 啊，以及什么，以及一些 optimizer 啊，就是怎么做最佳化。所以你看，我们活在21世纪是非常这样，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做 bootstrap 啊，注意到哈，我们还是要做 bootstrap。可是 bootstrap 这件事简单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太多工具可以做这件事啊。然后呢，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很多编译器呢，哈，就是说事实上很多这个程序语言的编译器呢，都是这样，都是要 bootstrap 的啊。不然说以前的 basic 的 interpreter、basic 的 compiler 啊，basic 的 interpreter 相对好做啊。比方说你也知道那个早期那个。比尔盖茨嘛，哈，当年他那个公司第一个生意就是帮一家电脑公司写 basic 的 interpreter，不是写 compiler，是 interpreter 啊。那写 interpreter 简单多了，因为它就是你用assembly，也不是说非常简单，就是说相对单纯多了啊。但是要写 basic compiler 就是很艰辛的事情，需要别的 compiler，比方说 Fortran 啊或者 COBOL 啊这样的一个语言啊，然后你要去做 boost 的。所以你看到很多程序语言都需要做 boost 水平啊，所以事实上呢，那个 C 语言啊，大家在开发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子做啊，也是这样子一路这样 boost 下来啊。然后所以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啊，所以其实这过程中啊，不是这么直接的事情，不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啊，其实很多议题要去考虑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终于可以切入到这个西元规格篇的部分啊。那这时候我们要先介绍这个两个组织，一个是 ISO，一个叫 IEC 啊。注意到这两个是不同的组织哈。这个虽然标准都是叫 ISO、IEC 哈，但是其实这两个单位是，哎，好烦的。这两个单位呢其实是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一件事呢，这个 ISO 是什么？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然后呢，IEC 呢是国际电工委员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但是这两个不同的组织呢，基本上常常会做一些，常常会合作啊，所以就是它是会有很多标准就是这样推出来啊。所以像西语的标准叫什么？西语的标准叫做 ISO 啊，slash IEC 9899啊，就是说这两个单位合作的。那除了像西语这种以外呢，还有个像什么像646，来看一下646。那646呢？这个646很好玩啊！注意到啊，要点的时候要点英文版，然后不能点中文啊，有些东西是欠缺的啊。所以，比方说 ISO IEC 646在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用的 keyboard 啊，就是说你今天看到 keyboard，它比方说你在左边那一排可以看到什么 QAZ WSXX，右边可以看到PL 逗点啊，然后这样的东西，它会有这样的排列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说在欧洲，不是只有英文的，欧洲有很多语言啊，比方说法文啊、西班牙文，它其实都需要一个什么，都需要一些重音符号，好，所以上面打圈圈的啦，有打一个圈圈，有打两个圈圈啊，那可能有波浪的啦，好，然后有可能要怎样，有可能还要把 A 跟 E 连在一起写的，好，像这样东西，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就是invariant character set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呢，有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些语言本身呢，都要考虑到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表达这字母啊，其实有很多议题要考虑到，好，像这个啊，像这个表达金额啊，像这种符号啊，然后呢，当然其他的有可能会写成这样啊，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写法啊，然后所以它底下又会有一些子的项目，比方说这个 ECMA 哈，很多人看到 ECMA 只会想到 ECMA script 不是啊，ECMA 它也是一个，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家族，一个标准的这个家族啊，所以这个它有很多议题要去考虑哈。那我们等下会休息一下哈，那你去把这个规则看一看哈。所以它除了定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以外呢，包含说我怎么去标重音啊，我比方说我挪威啦、瑞典的啊，然后诸如此类这种东西的啊，包含说什么，包含说台湾啊，注意到不要怀疑哦，上面有台湾啊，那不过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啊。
所以在这过程中呢，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会标准化啊。那所以在我们等一下休息结束之后，我们会回来啊，再看那个语言本身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那我们再继续啊。那在刚才呢，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 ISO IEC 的这个标准哦，然后 C 语言的这个标准呢叫做9899。那事实上后面的这个后面还有这个持续更新版哦，你就知道就是说 C 的话就是在 C 语言的话在2011年有个 C11。那在这个探讨这规格数之前呢，我希望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有能力去举一反三哦，这个基本上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纪哦，其实越是这么听起来老生常谈的东西哦，其实很不容易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好是最近哦，最近那个蔡志浩博士哦，那他蔡志浩博士最近又写一些很发人深省的这个推啊，就是我感觉这样的推特很好玩啊，就是推特就有点像《论语》啊。就是当年那个孔子啊，跟他的那个弟子啊讲学的话，基本上就是其实像这样，也是老师讲一句，然后学生去领悟啊。那所以我们看那个蔡志浩博士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个时代的专业呢，不再有明确的疆界，生涯不再有明确的阶段，你做的每件事呢，都应该同时是工作、学习、生活。如果你还认为这是分开的三件事，哪三件呢？工作、学习、生活。你认为这三个都是分开的，那你可能还活在什么上个世纪。这个世纪来讲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方式去提升我们的生产力，不管是你听过的大数据、人工智慧，那包含说接着什么工业 4.0， 以及说各式各样的云端运算啊，或者说这个物运算啊，这个物运算啊，这个什么叫物运算呢？这个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云端运算下一个这个我们关注的点叫做 fog computing 啊，这个 fog computing， 然后有一个标准化的组织叫做 open fog， 那这个我最近也是跟这个 open fog 在接触啊，所以你可以接触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那总之不管你今天是哪个机制的啊，那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的生产力更有限、更大的提升，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反过来说，我们有更多充裕的时间可以来经营生活啊，所以你看到我在工作上的突破，是为了让我这样工作生活可以这样更好。我不是只是为了博取更大的收入，不是啊。我们在上个世纪很多时候，人们工作是为了博取更多收入，对，所以你很认真打拼。这个你没听过吗？那个什么那个上个世纪总是有这个话嘛，说什么台湾前进脚步嘛，表示台湾人很认真，愿意打拼啊。可是问题来了，你打拼真的是有效率吗？你为了让自己有效率，是你让别人检讨你哪些地方不足。你要知道除了不足以外，你要知道怎么去提升它，持续提升它，所以你要学习。所以工作、学习跟生活，它就是怎样，就是环环相扣的。哦、它不再是什么一天睡眠8小时，工作8小时，那个经营自己兴趣8小时，或者自己做别的缓冲8小时，不是这样的，不再只是这样子的啊、哦。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能够掌握的人，能够把这件事想通的人，跟没有办法想通的人，基本上他的生活品质，他的这个在专业上的这个经营哦，就是落差非常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主持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讲座？不管是你所不知道西语言啊，或是这个 on 的讲座啦，或是相关的像一些作业系统的讲座，其实我们希望说，让更多人哈、哦、可以去思考我的专业上有哪些不足，让更多人可以去想。我既然知道自己不足，我怎么持续学习下去？好，当然我也希望说，这过程中有更多的交流，跟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啊。所以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有个线上讨论区啊，这个线上讨论区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出来。那这个线上讨论区怎么参与呢？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啊，这个系列讲座上面有个什么，有一个地方可以点啊，就是一个对话。那你基本上可以透过那个 GitHub 或是 Twitter 啊去登录啊。那特别在台湾我真的觉得说你真的一定要用 Twitter 因为你在台湾有时候看新闻的时候真的看不太懂啊。比方说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的那个诸葛亮先生然后今天呢又看了一整天诸葛亮先生，那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就是说这个
对哈，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已经做了巨大变化啦，比方说"一带一路"啦，啊，比方说哪里又推出了新的规格啦，好之类的啊。这很多时候你不能只是靠传统媒体，你可能要需要一个更有效媒体。好，那 Twitter 就是更有效媒体，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去 follow 一个领域的专家，好像刚才提到那个 Rich 啊，那这个 Rich 呢，他不只是 Muscle 那个系的开发者哈，他对西元的知识非常深刻的哈，他甚至可以跟你讲说西，他的那个 Twitter 那上面跟你讲说哪些东西是西元规则是没有讲清楚的。好，那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溯源这个能力哈，就是这本质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就面临说很多这种看起来是变革、巨大变革，但是本质上它怎样？是这个旧瓶装新酒啊，这种东西啊，就是我们太容易被模糊了啊。就是所以你刚才说像那个 machine learning，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它背后还是那些数值，背后还是那些什么，我们要解决什么等级的问题，解决什么样类型的问题。所以最终你还是要解决一个，你还是要把人工智能拿来应用，你不是只拿来下棋而已啊，你要拿来应用。比方说你要应用在什么，比方说那个文章啊，就是说你用人工智慧方法去把文章做摘要。那这样的好处很多，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像很多记者，或者说像我们作为教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去读一篇论文，然后跟你讲说，哎，这篇论文大概在讲什么啊？当然，你念书的时候也知道这件事叫什么，这叫报 paper 啊。所以报 paper 想一想，哎，我报 paper，其实你回想一下你硕士跟博士的阶段，你所谓的报 paper，你在干嘛？你还不就是读一篇论文，然后干嘛？画重点。那画完重点干嘛？做华丽的投影片，对吧？啊，然后。这个通常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应该用12点字，这个东西应该是红色底啊。那这个东西的动画啊，对不对？你发现这些东西怎样，很机械，对吧？啊，那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指导教授不懂啊，是他很多指导教授很苛于这个苛求于这个细节啊，想要把细节做好啊。但是呢，我们其实要去思考啊，除了这些东西都这些东西把它做好的时候呢，你做过一次，做过两次很好。做三次的时候，你要去想，哎，我能不能用更有效方法去做？事实上，现在有太多工具，好，可以做这个所谓这个 information retrieval，就是说你取得这些资讯之后呢，重新整理。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要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呢？在讲规格书之前，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铺陈？好，其实你要想，这个西元规格书呢，其实它有很多页。好，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西元的这个规格书。那在 download 的过程中，我们顺便讲一下啊，最终版的这个规格书啊，也就是说最终版的这个 ISO IEC 9899，事实上是要钱的啊。再讲一下啊，最 ISO 最终版的规格是要钱的，但是 Drift 就是在标准化之前都会有那个就是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啊。这个版本呢，就是 Drift 是可以 free download 的啊，所以你要搞清楚啊。那 Drift 到 Final 事实上有一些间隔啊，基本上通常都是一些语义上啊一个调整，然后再是一些比方说对某些厂商来讲，它有一些商标啊，比方说是这种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厂商之间的冲突啊，所以变涉及到一些商标，它有些东西会改名字或者把它重写啊，避免一些那个图利特定厂商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其实你不用急着去买那个规格书啊，因为基本上你可以把 Drift 啊这些 Drift，不管是 C99 的 Drift 或者 C11 的 Drift 啊，认真把它读完啊，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比方说呢，我这边列出来啊，这边 TC3 啊，TC3 就是什么？就是跟你讲说这个它是 Drift 啊，这个 Committee Drift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一份文件就是这样，就是要给这个 Committee 看的啊。那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奇怪在什么？C99 不就是1999年的东西？为什么的 Drift 竟然在2007年啊？这个东西要是特别说明一下哈，就是说1999年定案的东西叫什么？叫做 C99，这没错。但是呢，这个 C99 本身呢，其实它会有些微调。注意到这个微调跟那个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微调课纲这个啊，真的在台湾的那个新闻看到的微调可能是不一样啊。台湾的微调跟刚是一种奇迹啦，我怎么这样讲啊？它调东西可多了啊，但是 C99 它微调东西就很小啊，就像你刚刚讲了，有些商标的啊，就是为了避免图利厂商啊，去或者说让特定厂商或者受益，或者让特定厂商损失哈，反正就是说这种商标的，
再来是语义上啊，就是有些东西涉及到语义的表达哈，有些东西可能比较让人家会搞错的啊。那当然偶尔会遇到那文法上的错，这很少啦，就是你可能看如果一个在好不容易给你看到一个文法上的错啊，那通常都是那个有些字又可以当复数，又可以当单数的，通常这种错啦，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写得很好的英文啊。所以其实你阅读这个规格书，对你的英文表达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你去揣摩为什么他用这个词啊。然后呢，在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都是第四点是比较少遇到啊，就是说，比方说编译器的公司为了怎样，为了去澄清啊，就是说，因为他在实作上他可能考虑到向下相容啦，或者考虑到一些实作上的困难啊，所以他可能会透过这个委员会啊，提交他的在实作上的一些自然难行啊，把一些那种比较模糊不清的，或者说需要列出一些特例的状况，特别去澄清啊。最后的例子是最少见的啊，因为基本上是比较少的啊。那所以基本上在 ISO、IEC 9899这个 TC3 啊，基本上只是在这是目前找得到最后一个可以公开存取的这个 JIT 啊。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有趣的地方啊，比方说你知道 C 语言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叫做指标。可是如果说你去搜寻这个 pointer 的话，你发现什么？在规格书里面，其实指标 pointer 这个字只出现了637次。如果你在里面搜寻 object，你会发现什么事？它出现了735次啊，也就是说，object 这个词汇出现的这个机会呢，其实这样次数呢，其实比这个 pointer 来得高啊。那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呢，读这个书本，就是不是第一手资料。什么叫第一手资料？当然这就是第一手资料嘛。西元的老爸写的书当然是第一手资料。然后呢，像这个规格书呢，废话，它当然第一手资料，对，它是这个所有编译器的供应商，所有的这个 ISV 啊，所有的这些企业，它要针对西元的时候，它的依据就是这个啊，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读书的时候呢，看资料的时候呢，不是找这种所谓的第一手资料的时候，你要非常之小心啊，因为很多书本它会依据它的喜好，依据它的观点去特别去说明。这没有什么坏事啊，就是书多读总是好的，但是呢，读了书之后，你的思维是不是被一本书限制住了？好，那这样可就不好了。那所以，比方说，在很多西元书籍，他会花很多心思跟你讲的指标，但是其实西元更重要要讲的样子吧，是 object 啊。所以还记得刚才我们讲那个 Rich 啊，Rich 他讲什么事呢？Rich 呢，他说什么？对他来讲，西元是什么？西元每个东西都是一个表示法。你这过程中甚至没有看到指标这个词汇，对不对？它跟你表示什么？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固定空间。我在编译时期我就知道它固定空间，我编译时就知道我怎么去操作啊。比方说指标啊，我透过一个空间里面包含的地址，那这地址在指向我想要操作的下一个物件。那下一个物件里面也许这样有新的地址啊，比方说这个 link list，对啊，就说我就一路这样指下去啊。西元就是这样东西，对。它本质上设计概念很简单，它就是围绕在这种 object，有一个固定空间的一个单元，我们称叫 object。好，那所以我想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啊，真的要去思考啊，第一手资料其实它扮演非常之重要角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见是吗？像这大文豪啊，不管是什么雨果啦，或者这个什么金庸啊这些大文豪呢，那基本上写作，我真的不相信金庸写小说的时候不查资料的哈，那凭空就会冒出那些人物，不可能嘛？你说他讲那个宋代，讲这元代，讲这明代，难道就靠自己幻想，或者靠他年轻的时候的记忆就可以做出来？不可能的哈，对，还是要去查资料，总是要把遇到总是遇到字不会写。但是多少软体开发者，尤其是西语言的开发者啊，我们知道西语言开发者通常写的东西都是一些底层的软体啦，或者所谓的韧体啊、firmware 啊、device driver 这种东西。我很少看到这些分位的 engineer，这些这个 system software 啊，或者这个 low level 的 engineer 啊，low level system engineer 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规格书，我很少看到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为什么今天底层重要？因为底层它往往就是一个根基。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做底层的人反而不太在意底层的品质？啊，当然这时候想起来也不是什么民族性啊，不要凡事都推给民族性啊，这个是很不好的说法啊。其实我们要去想，就是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一天到晚
就快更换作业系统，对不对？好像这个早期有这个 Windows 3.1，后来 Windows 9、Windows 98啊，然后 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 Windows Vista、Windows 7，一路到 Windows 10啊。那 Linux 的世界之后又更麻烦啦，尤其 Android 一天到晚就改版，每年一定要给你改版一次，然后呢，不止每年改版，偶尔它的啊，一年的中间还会再改版啊，就是一些比较，就每年是大的改版，那每年中间呢又有小的改版啊，反正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麻烦就是说，比如说你想要深耕底层，不要说大环境的话，就是在你的工作或者在期许上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啊。那所以我们来知道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再说西元规格树呢，它可以去澄清很多很多什么很多误解啊，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东西呢，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呢，你用它的念法有很多不同念法。如果说 A and B 啊，就是什么 A and B 啊，You and me 啊，就是这种啊，就是基本上两个个体啊，A and B，You and me，OK 啊。那或者说做一个什么 logic 啊，就是做一个 bwise operator 啊，比方说这个A 里面有个数值，B 里面有数值，所以这两个数值呢，我做什么？做 bwise operation，做 bwise and。所以我们要念什么？就 bwise and。那如果说呢，我今天涉及到指标操作的时候呢，比方说我去把一个什么，把一个机体的内容里面的什么，把里面的这个机体内容里面当做什么，就是把它的地址找出来啊。所以我今天假设这边有个机体里面有个内容，那我今天把它指向这个机体的内容来找出来。所以我这个东西我就写一个符号，注意到这个东西不念 and，对不对？啊，在西元的标准规则书跟你讲什么，这叫什么？这东西叫做。这有名字的哈，这叫什么？Address of 啊，所以注意到啊，这是有名字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东西怎么查呢？这样子，好，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西元规格书呢，在C99来讲的话，它是550页啊，但是你不要害怕了啊，里面很多东西都不用细读的哈。好，然后呢，我们注意到啊，刚才讲的这个 address of 这个 operator 啊，基本上它就是。它会搭配，就跟它相关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跟它相关的一个东西叫做 indirection operator 啊，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好，我们终于要前进了吗？好，对，这里，好，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讲了两个，一个就是叫 address，另外一个叫什么 indirection operator 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很熟悉的东西啦啊，就这个东西。好，然后另外一个什么？这个星号，注意到这个东西打死不能念成什么？打死不能念成 star 啊！注意到啊，这个东西从来就不应该念成 star。这个东西应该它的那个念法叫 asterisk 啊，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反正这个星号这东西，在这个英文来讲，它就不是念 star 啊，所以拜托千万不要念 star 啊！然后不要说，像我就听到那个什么 star PT 啊，我死死啊！拜托不要再这样念下去了啊！就是你过去不懂。没关系啊，但是你今天把这个规格好好看一次啊，它是有名字的啊。所以呢，一个东西呢，就是上面这东西呢，我们称为叫什么？address of，然后呢，底下的什么？就是它有很多念法啊，你可以念成这个 value of 啊，那你可以把它叫做整个统称叫做 indirection operator 啊。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中间还提到这个方括号啊，这个方括号也很有学问。所以事实上，你去想，这个方括号是什么？在我们之前有个叫指标片，那指标片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方括号呢，它并不是数学上的那个方括号，就说数学上，比方说那种 vector、matrix 都有这种方括号，但是在这个西元来讲话的，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什么？这个 array 呢，只是一个表示法啊，所有的 array 都可以这样，所有的 array 都可以把它转换成。我在直播有个大问题啊，就是打字都会很慢啊。然后这个在西元来讲话呢，这个它这个什么，这个我们称为叫做 array subscripting operator 啊。所以在西元来讲话呢，事实上它没有真正的 array，西元的 array 只是一个什么，你可以想象它一个也是一个语法糖，它最终都会转换成什么同等功能的指标啊。所以注意到啊，这边特别搞清楚这件事啊。
所以你看到规格数呢，其实这方面就写得非常清楚啊，所以他一开始跟你把相关东西是他的范畴啊，所以他提到这个相关范畴，然后接着是讲到什么语义这些 semantics，所以这语义呢基本上就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东西再讲一次啊，这东西千万打死不要念成 and 啊，千万不要念啊，这个东西什么 address of 啊，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它的操作东西的是什么呢？它操作东西是一个。它操作东西是一个物件，而且这个物件本质上怎样？它会有一个明确的形态。好，那所以呢，最终呢，我们称为叫什么？这叫 pointer to type。反过来说呢，如果是讲这样东西啊，所以实际上呢，我的操作东西是什么？就是 value of 啊。然后呢，你在这过程中呢，啊，所以你读规格数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啊，就是说你读规格数的时候，你可以拿一张纸啊，比方说。像这样啊，拿一张纸呢，你把一些相关东西把它记一记啊，就是把你不懂的，把一些关键字把它抄下来啊。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比方说 L value 啊，所以在这个规格数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讲 L value。L value 也是 C 语言跟 C 加加分道扬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 C++ 解释 L value 跟 C 语言解释 L value。意思很不一样哈，那 L value 注意到啊，这个 L 这里 L value 的 L 绝对不是 left，不是那个左边跟右边那个 L，不是啊，注意到已经不是了，在 C++ 已经不是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locator 啊，所以注意到啊，它是个 locator。locator 啊，这个所以注意到啊，它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locator value 啊，那。这个详细的东西，请你打开同一个什么？打开同一个同一份这个规则书来看啊。好，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呢？他花了很多心思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他实际上怎么用啊，以及他搭配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什么事情呢？我们来不要弄来想一段程式码啊，我们来想一段程式码啊。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写一段程式，比方说像这样，这个程式没什么特别的啊。比方说这个 PTR 啊，然后我有一个谢学啊，然后这样，然后呢，我当然可以这样，我当然可以这样子写。但是呢，要去思考一件事啊，就是说这件事呢，我这样子写的时候，这两个形态是符合的嘛？啊，我们来想一下啊，这两个形态其实，这左边跟右边的形态是不同，就是其实本质上其实不同的啊。我们故意把它标成这样，我们把它标的比较漂亮一点啊。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 PT 啊，它的这个具体的形态是什么？是 pointer to character。然后呢，但是呢，这个 str 的话，它的形态呢其实很有趣。它的形态其实它是这样，啊，你看到啊，这两个东西的形态啊，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啊，左边的这个 ptr 是 pointer to character，然后另外一个呢，右边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连续的 character 啊，所以比较一般的说法就是什么？它是个 array 啊。那如果呢，你用这个 size of 去比方说，这个 size of PTR 跟 size of STR，其实这两个结果呢是不同的啊，所以就这样啊。以左边来讲的话呢，左边这个 size of PTR 基本上它基本上它的那个就是你的 word 大小啊，所以比方说这个64位元的话呢，64位元的架构是这样，它就会得到8个 byte 啊，这个对。可是呢，以右边来讲话就比较尴尬。右边来讲话，这个 size of str 到底多长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这个 str 的什么的长度啊。所以你看左边跟右边呢，绝对是不相等的，对不对？八跟后面这个 hello world 啊，hello 空格 world 好，所以事实上是怎样？这右边呢是什么？右边呢是11，对。所以这八跟11绝对是这样不一样的东西。它既然空间不同，
它占用的空间不同，当然就不会一样。好，所以很多人是把很多人是因看到什么，看到哎，我可以这样写，就把它当做这么一回事，然后就认为说这样，认为说这个东西是这样，是相等的。好，所以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搞错啊。所以规格书为什么重要？规格书的重要就是让你可以去避免这种误解的存在啊。所以比方说，我们来实际编一次给大家看。回来看一下程式码，好，好，比方说我就单纯做编译就好了。好，你看哦，编译器呢，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讯息显示出来啊。那即便你把那个所有警告打开，好像没什么事情啊。但是你看到，其实这个 size of PTR 跟 size of 这个什么 STR， 它本质上就是不同的空间，它占用的空间不同。只是说我们操作的时候刚好看起来这样，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就这样，好像这两个东西都可以摆一起操作。所以规格书的存在花很多心思跟你讲解什么，规格书花很多心思去讲解说这两个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关联啊。所以比方说你看啊，在这个规格书呢的79页跟你讲一个很棒的话啊，这个他跟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什么东西呢，这个 value of operator 啊，其实什么 implies implied by the 啊，这个方括号啊，然后呢，所以事实上呢，其实你的行为其实有趣，那行为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你上面加一个，你对这个东西加一个这个啊，这个 address of operator 啊，那基本上怎样？你会得到很多等价的写法啊。好，所以这件事情有趣，就是说你会去想啊，就是想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想这个刚才这段程式码呢。我们基本上呢，当我要这样子写的时候，啊，这样上面这个写法跟下面这个写法啊，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它会怎样？它会得到等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吧，实验一下，比方说这样子，好，这个小实验是我们把它的地址显示出来。STR 啊，那另外一个什么？这样子 ，STR 啊，来看一下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不同。C 减 O，P P 的 C， 好，先忽略它的那个警告。好，这件事好玩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程式码长什么样啊？当我呢去印出这个 STR 以及什么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address of， 但是呢依据习义元的规则书跟你讲什么？它会有什么？有这个 imply 这个关系哈，所以这个很好玩啊。所以一旦呢，你用这个 array 的 subscripting 的时候呢，当我前面加这个 address of， 其实这样它就 implies 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 implies 什么？它的就是把它地址打印出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如果说我们如果再加一个这上面这样，我们再顽皮一点，比如说这样。啊，就是什么，再一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发生什么事啊？啊，那他跟你讲什么？他不让你这样玩啊！你看啊、哦，我做一次是 OK 的，但是这样做第二次呢，他跟你讲说他是 R value 啊，所以注意到啊，有 R value 就有 R value。好，那为了预防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啊，简单嘛，你再搞一个指标吧，啊，再搞一个指标，那什么？比方说叫 P 好了，这样好，然后呢，这个 P 呢，我就把这样，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就 P 等于这样 ，STR， 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再做这样的操作，你再看一下程式吧。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生一个好玩的事情啦、啊。好玩的事情是吧？这个操作呢，你发现是这两边呢，这个地址就不一样啦。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其实你去想啊，这样子做的话呢，基本上是什么？它的其实它的作用就像什么？就像那个
就像指标的指标，对不对？啊，所以我其实是两次的哈，所以为什么我称为这个东西叫 indirection operator？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西元给你一个很，西元给你一个强大的能力，可以去掌握硬体，所以你可以去思考，哎，我机体要怎么去管理，然后包含我的 stake 啦，我的 keep 啊，基本上西元给你一定的工具，一定的这个标准函数库，让你去操作哈。比方说你有 malloc 跟 free 啊，这个操作是很强大的啊，因为你真正操作的东西本质上就是操作机体本身。可是难的地方是什么呢？难的地方是说，很多时候操作时候呢，你其实不是很清楚具体我到底操作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要读规格书，规格书把这些情况描述得很清楚，pointer to type 然后它的 indirection 是怎样 indirection，哪些东西是相似的意思，相似的意思啊。然后除了这以外呢，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很酷的地方是什么？指标本身能不能怎样？就比方说这个指标本身能够支援哪些 operator 啊的操作啊？比方说呢，我们看刚才那段程式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啊。所以这个程式码这个有点好玩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呢，我们把这个程式码改成这样，str 加一，加一啊，记得啊，加一，来看一下这个东西会输出什么啊？因为那个错误讯息很烦啊，就懒得。懒得修了哈，就把它改一改。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这个原始的程式啊，所以原始的程式长这样。好，这边加一啊，那它就这样，它就往后推一个啊，所以从5C 变成5D。那往后推一个是推哪一个呢？是推这个一个 quick 的大小啊。所以如果说呢，今天这个 P 呢是什么？P 呢，它如果是形态，如果是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改成 int 的话，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好玩啊。好，如果呢，我把它写成这样啊，就是写成这个形式。好，然后我编的时候。编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会有一些错误讯息，我们不用管它了。好，但是真正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哎，你看哦，如果我这个只有这个 str 没有动到这个 p，好，其实我应该刚才那个实验不太好，应该怎么写？应该要把顺序对调，顺序对调，我们再重新写一个，p 等于 str。那当然，你要写成那个 str 啊，基本上这两个东西一样的啊，是没什么好玩的。那但是我们真的好玩的地方在这里，把那程式码弄干净一点。烦了，好，那我们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啊，所以你看这个 int pointer to integer 啊，那我看到我移动的移动范围对吧？我从5C 呢到60呢，基本上我就移动了嘛，移动一个 integer 的一个长度啊，所以我今天移动的东西是什么？size of integer 啊，所以看它的本质上意义就不同了啊，所以就是这是指标的这个加法操作。那如果你可以把减法可不可以写？减法也可以对吧？啊，所以这个减法。好，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哎，减法看起来的确不同对不对？啊，所以从 5C 退到。从5C退到58，好，就往前走，好，好像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对？好，那么接下来，如果呢，我改成除，然后你任何一个正整数除于这个一的话呢，应该得到什么？得到同样的值，好，可是悲剧的地方是什么？悲剧的地方是根本编不过，好，来看一下，根本编不过。我们刚才把加改成什么？改成除，好，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说这个 invariant operand to binary expression，好，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会发现奇怪，这个错误讯息我怎么看不懂？错误讯息看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回来看规格书。所以事实上，规格书清清楚楚跟你讲什么？规格书呢，在这个6.5.3.2 address and indirection operator，它清清楚楚跟你讲什么？事实上，这个两个东西呢，这个 operator 跟这个 indirection operator，这个
这个 address and inversion operator， 事实上只有几种操作，第一个是加，第二个是减，好，再来是这个 bitwise， 好，所以我们去就是基本上我只有这几个操作，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这个操作，所以我们来玩一下，玩一下。好，然后呢，这个好玩啊，你跟你讲什么？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怎么又错了，对不对？啊，这时候你要干嘛？要动脑啊，啊，所以你要去看啊，它的用法是怎样啊？所以其实你看看什么是我们根本用错啦，这里，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值操作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以这个。Address and indirection operator 啊，所以它事实上它资源有效的这个 operator 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看规格书？你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不是有加法、有减法，就会有乘法跟除法。虽然在数学上听起来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真的去写程式的时候，而没有去看规格书，而没有去动脑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你去脑补，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讲座其实花很多时间，我希望排除。脑部啊，好，那所以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也是很重大。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一个相关的 size of。注意到 size of 本质上呢，它不是一个function，它是一个什么 operator。所以事实上你在 compile time， 你其实就知道一个 size 一个物件的大小啊。所以在C语言来讲的话呢，我们再帮它复习一下啊。我们讲了很多次，但是还是要很重要。不要说只讲三次，好，很重要，随时随地都要讲。所以C语言是什么？它是一个明确的空间。注意到啊，我塞手有个明确一个什么？就是我知道一个我之所以一个形态，就是我可以去宣告我有多大啊。比方说 double， 在C语言来讲 ，double 就是怎样？最少就是64位元的大小，叫 double。那 float 呢？最少就是32位元的大小啊。那在C 语言来讲，它定义什么叫 character 啊？就是 char，character 呢要求是什么？至少要8个 bits 啊。当然，在绝大多数的系统，基本上它的这个 character 大小就是八个 bits 啊，这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你会知道有个很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 wide character 啊 ，char，char 就很不一样了。char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而且这东西又跟我刚刚讲什么 ISO、IEC。IEC 646又有关系的啊，所以你看到ISO IEC 呢啊，不 ，ISO 61131啊，抱歉啊，刚记错了，这个61131啊，61131它就有规范的嘛，规范这个 wide character 啊，那个 wide character 有很多变形啊，所以我们来认真看一下啊，这个61131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先来看 ISO 646啊，先来注意看它的年份啊。它年份呢非常早哈，所以事实上它其实在早在1965年啊，1960年代就在制定了啊。然后 IEC 61131这个东西就晚很多了啊，是它其实有一直在变更啊，最早是在93年，然后在最后一次更新的话是在2013年啊，所以这个20年间基本上都有在改变啊。那所以比方说像刚才讲到这个 wide character， 这东西非常之讨厌啊，你看到一个 character single byte character 一个什么？One byte， 然后呢，这个 W 呢就表示什么 wide 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什么，它是 double byte character 啊。你以为这样解除吗？还有很讨厌的东西，就 string 呢跟你讲什么，它是变动长度的，然后还有 W string 就是 wide string 啊，基本上，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wide 你不能把它只是想成乘二啊，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它还有在那个C 语言实作上还有规范啊，所以你比方说 wide character 你要搭配什么？W 系列的，比方说你有 ST 啊 ，LEN 对啊，这个东西是针对原本的嘛，原本的这个 string 的表达法。但是呢，如果你前面加个 W， 对 W， 好，比方说这个 W 系列的啊，那 W 系列的话就麻烦了啊，你看到 W 系列的这个什么 string copy 啦 ，memory copy 好，因为它基本上它的长度呢就不是固定的啊，注意注意到啊。它是 wide character 啊，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做这种版本的 memory copy？ 因为它的长度它就不是固定的，它有可能这样，同样是五个字啊，比方说什么
郑伯克段于鄢啊，或者说什么不然说你好吗？科科好，注音符号那个科啊。那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啊，你好吗？像这个东西呢就很有趣，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会涉及到你用不同的编码方式去显示啊。所以比方说呢，你这个，然后比方说我们把你好吗，把 echo 到一个资源里面去，echo 到一个档案里面去，echo 你好吗啊。那我们把 echo 到一个，比方说叫 out 好了。好，那如果说你用 hex dump 看那个你好吗的那个表示法，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个东西好玩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这件事真的有点奇怪，就是你好吗？为什么是13个的嘛？竟然是有13个资源处理栏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用啊，w7 减7啊，好，他就跟你讲是吧，13个资源啊，那更好玩的地方什么呢？这个，所以你就觉得奇怪啦，你好吗？没有，你好吗？问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好吗？问号听起来不是四个字源吗？可是为什么得到13啊？然后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多加个标点符号，全新的，多加一个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如果去看它的 count 呢，就更奇怪啦。所以你看到这个 count 啊，这个写法不同啊，这个会有不同的啊。比方说像这样，那去看，好，这就更怪了啊，对不对？同样是问号，一个显示14，一个显示16，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我们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什么，用些很奇怪的字啊，叫做天，故意找一些很怪的天。找一个很奇怪的天，这样好像看到奇怪的天，哦，这个字也念天，太海了啊！所以，比方说呢，我们这样子打啊，然后呢，你发现什么呢？它增长的这个空间，哎，又增长了吧？所以你看啊，上面这个东西是16，下面这东西是19，也就是说，这个一个黄，一个粘啊，那这个念天啊。但是呢，它增加的竟然是什么？3个 byte，所以这件事是不是很吊诡？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以 Unicode 来讲，它 Unicode 也好，White Character 也好啊，事实上，因为我每个那个 Human Readable 字，就是人类看得懂字啊，实际上它表示内部的表示的时候，写法怎样会有很大落差。所以一个中文字啊，一个符号啦、啊，或者一个任何一个你关注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对应的这个二进位表示法啊，跟你截然是不同的。好，但问题来了，上面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这个你好吗系列的这个讨论，对不对？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要思考点太多了，因为我们最终西元操作的时候是这样，透过指标去操作的。所以你为什么要特别在意像刚才前面讲那个 white 系列的啊，什么 white memory copy 这种东西？因为我真的操作的时候，我今天要从你好吗 copy 到就是从 AD copy 到 BD 啊，所以其实你要很清楚它的那个空间啊。你要知道说，哎，我要怎么移动，对不对？好，比方说你好吗，我只想要什么好吗，对不对？啊，比方说这个，你看哦，这个好吗跟你好吗意义很不同，对不对？像什么你好吗，对不对？听起来至少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问候话，对不对？然后呢说，哎，再讲说好吗啊，好吗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了。比方说前面讲了这样好吗，对不对？这样好吗意思是什么？这东西不好，对不对？啊，然后或者说加油，听起来很正面，对不对？后面加好吗，加油好吗？对，加油好吗？就是什么，就表面很废，对不对啊？这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中文的博大精深呢，就是很少有这个语言这么神奇的，对啊？就是那个加前面跟后面可以完完全不同啊。比方说那个，让各位当过兵的都知道嘛，对啊？那个以前班长都这样，哎呦，那个68号啊，慢慢坐，哎呦，可以慢慢坐吗？啊，后面加什么？试试看嘛，哇，这个你看这个东西多厉害，慢慢坐，哦，所以你看到哦。班长体恤我这么辛苦，所以叫我可以慢慢做啊。那后面加试试看，哎，试试看什么？马啊，试试看马啊。这我靠，那个这表示你要认真做了，对不对？我表示你做太慢啊。所以这个像中文啊，当然其他语文也有类似的这个很丰富的表达法啊。但是不管怎样呢，
我们对这些规格的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才知道我为什么程式会运作，我为什么程式不会运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议题啊。好，那所以呢，在这边来讲话呢，你可以看到什么？这个 size of 呢，刚刚提到的 size of 就是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什么 character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基本使用方式。好，那如果说你对无法辨识的形态做这个size of 啊，那就会遇到什么？它就会编译器就会提出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我们这边做一个示范，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它，做个中文显示啊，那些处理啊是非常深奥的东西啊。好，比方说呢，我们这个比方说呢，我们来写个 struct 啊，struct，比方说 struct a，那 struct a 由 integer x、y 啊组成啊。好，那接着呢，接着。我们把程式码弄紧凑一点啊，这样比较好观察。好，那比方说，哎，这样子多比较几个哈。那我们比较什么呢？比较 size of a，size of point to 就是 address of a。打数字，哦，忘了加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就是那个要一边讲课一边把程式打好，就是。我看过很多人线上课程都可以做得蛮好的啊，不过表示我等下可能要多练习啊。好，那总之呢，就是你发现什么事？你发现编不过，哎，编过了啊，编过了，那为什么程式不能执行？啊，有了。好，那所以你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玩啊，看到 P 在这里啊，P 在这边，哎，确认一下，打错字啊，要说笨，这个那叫 struct。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程式码，这个程式码长这样啊，就是原始程式长这样。那当我去用 size of operator 的时候呢，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看一个 struct 啊，所以这个 struct 由这个 x 跟 y 组成。那在64位的架构的话，如果是你是如果你的架构是什么，是那个 LP64 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那基本上这个 integer 是32啊，32位元，然后我有两个东西32组成的，所以它的大小是8个 byte 啊，这没什么问题。那如果说你这个你建立一个实体啊，这个一个物件啊，它的物件呢，它的形态是 struct a，那我去用这个 address of operator 的话呢，那我实际上我就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 pointer 的大小啊，所以它就相当于是 word 的大小。好，这没什么大问题。那真的有问题在哪里呢？事实上呢，在 C 语言来讲的话，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啊，比方说这个 struct b，好，但是呢，我呢不宣告内容啊，注意到啊，struct b 里面没有内容啊。那我们称为这个技巧叫什么呢？我没有对应的这个 implementation 呢啊，对应的这 definition 啊，注意到这边叫 definition 啊，no definition，我们称为叫什么呢？我称为叫。我们就是先宣告啊，forward 啊，就是我先宣告。那我先宣告的话呢，这个东西有点好玩哦，就是说我今天讲 struct b 这样的。所以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这编译会不会过。这个编译呢，好玩，编译会过这。好，然后呢，更有趣的地方是说，如果呢我这样子，其实呢编译还是过啊，而且它真的可以显示。好，比方说自己的例子，好，来复习一下程式吧。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先那个什么，宣告一个前置，宣告一个 b 啊，所以 point to 这个 b，OK，好，所以它的其实大小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硬体架构的这个 word 的大小啊，这没什么大问题啊。
那但是真正问题在哪里呢？真正问题在，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掉，我改成 B 的时候，啊，这件事好玩啊。B 的时候呢，注意啊，我们刚刚只是把这个 address of 拿掉。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示范。所以这个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什么？有趣哦，我再给大家看一次啊。我今天呢，我把这个东西改成什么？改成 B 的时候也是可以过啊。然后我如果把它改成 struct B，好，来看一下啊，把它改成 struct B 的时候，所以上面有个 struct A，它是有 definition 的，下面这个 struct B 是没有 definition 的。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西有编辑会印出什么事？他要跟你讲什么呢？他要跟你讲说这个 size of 这个呢，它遇到一个什么不完整的形态啊。所以这时候你看遇到不完整的形态，这时候干嘛？不是去 Google 搜寻啊。你有第一手知道你干嘛 Google 搜寻，对不对？那叫舍近求远，不应该做啊！所以千万不要看到不懂就去 Google 搜寻啊！特别要注意到这件事啊！尤其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用百度啊跟 Google 搜寻啊，你会找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啊，对不对？啊，像是百度，百度，百度。好，比方说现在百度呢，你找的东西很厉害啊！比方说你在百度找什么？找习大大，习大大一带一路的习大大啊，这个找习大大呢，有没有？这个习大大会变习近平，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在那搜寻一个很嗨的东西，对不对？六四，哎，奇怪了，六四呢？它上面写什么？它上面显示出一个超棒的东西啊，有没有？它上面显示的东西跟你想象的六四不一样嘛，对不对？你会想，哎，六四不就是一个五四运动之后的某个运动，对不对？结果呢，你看最惨的地方是什么？最惨的地方是。你还搜寻不到什么屁对呢？你真的点还是点不进去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六四都跟你想象中的六四不一样啊，什么六四手枪啦，然后什么六三跟六五之间的自然数啦啊，然后什么六四卦啊，这个你跟你想象中的六四，你根本不 care 这个六四嘛，你 care 的是那个习大大或是什么周大大或那个江大大他们的那些啊那些，或者邓大大那些人在意的那个什么，他们任内的。的六四，对不对啊？所以千万不要急着干嘛，不要急着用 Google 搜寻啊，就是更不要用百度搜寻啊，这是悲剧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手资料。还记得我刚才看到错误的讯息是什么？它上面显示 incomplete type 啊，所以注意到啊，事实上 incomplete type 是怎样？它是有说明的，对不对？你看你有文件为什么不读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标志是什么？标志说这个 void 本身啊。void 本身它是一种什么 incomplete type 啊，所以它是这样，是它实际上是它是一个 incomplete type 啊。那在哪一节呢？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比较大啊，6.2.5的时候呢，这个跟你讲形态啊，就是跟你讲稀有的形态。在6.2.5的时候呢，它很清楚的跟你讲什么，很清楚的跟你说明了这个。稀有的形态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底下列举的非常之详细，所以你真的需要去 PTT 上面比战吗？你是真的需要去 Google 搜寻乱找吗？不需要，规格书就在前面，你干嘛舍近求远呢？这个 download 下来，对不对？一辈子受用东西。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所以这个 incomplete time 呢，其实它写的非常之清楚，在哪里呢？在6.2.5这一节啊。所以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说，跟你讲说它的定义。好，所以跟你讲什么？如果array type 呢，它没有明确的 size 的话，也是个 incomplete type 啊。然后再是在这边来讲的话，有一个列表，我看一下啊，刚刚我们想跳过去的。好，这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是 derived type 啊，然后那这个 derived type 可以从什么？可以从一个 object，从一个 function，甚至从一个 incomplete type 去处理去。所以比方说，像我刚才那个东西，我刚才那个。struct 啊，什么 struct？struct B，我虽然透过这个 forward declaration 去这个 declaration 去宣告啊，就是说这个前置宣告方式啊，所以其实我 B size B 我其实不想它的大小啊，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事实上呢，你可以怎样 point to 这个 struct B，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真的去 size of struct B 的时候，我没有确定大小的时候呢，啊，问题在哪里啊？所以。在这边来讲，他跟你讲说很多的嘛，使用的声明啊，然后更棒的地方是在西元各个书有大量这个什么有注解啊，
这个大量注解呢，跟你讲什么？就底下有标啊，声明一些那个一些什么什么，更明确讲那个形式哈。所以真的是好，真的是这550页呢，其实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受益的。他把很多问题清楚的讲出来，清楚声明，你真的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去比赞。而且更好的地方是说，如果你今天都愿意花时间去PTT 啊，或者去 Stack Overflow 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尤其在 Stack Overflow PTT， 我们台湾 PTT 比较特别一点，台湾城市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讨论城市讲到最后都会讲到钱，奇怪，不是我就不能专心讲钱，不是讲你讲城市一定要讲到钱，不知道为什么哈，不然发生什么事哈，待会。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比较成熟的论坛，比方说像那个 Stack Overflow 哈，他花很多心思在干嘛，花很多心思跟你讲，哎，他就可能揭露说，哎，他查到稀有贝果树跟你怎么讲啊，所以其实这边来讲，其实你在花时间去思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2155。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就是继续这个讲座之前呢。又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了，就是我觉得办讲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工商服务，对，你有正当理由可以工商服务。好，那这个工商服务呢，基本上是来找人家来找同事啊，这个有两件工商服务啊，所以一口气把它讲完。那第一个工商服务呢，是要来找干爹，不是、啊、找各位来协助啊，就是协助帮忙啊。好，所以就是在我们跟财团法人开办文化基金会有一个合作，从2015年就开始有合作。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去赞助很多学生，就是不是很多啦，就是一些学生去参加研讨会。那你当然会好奇啊，就是说，参加研讨会啦，或者做一些，比方有取得一些硬体啦，然后可以做更好玩的那个专案出来啊。那当然你会好奇说。比方至少说我在成功大学我在交通大学都有任教我在这两间学校任教，那学校这个交大跟成大基本上都有很多的经费，那你们好奇说我干嘛还要去募款，那我们要特别声明一件事，就是说以我在交大跟我在成大这两间学校的看到的状况，其实是我觉得很不乐观，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很多计划，像我最近参与的计划是一些像是跟 5G 有关的计划啦，或者跟一些区块链啊、跟银行合作的一个专案。那这些专案呢都是专款专用啊、这是好事啊，注意到啊，这是好事。那这些单位啊、不管是政府啦或是这个民间单位信任我们学校，然后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带着团队去做实验，这很好啊、然后把这些成果呢也做出来，然后对这个政府啦，对这个产业呢也有帮助哈。这本身讲到目前为止都很好，但是你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很限定对象的，也就是说，这个计划可能在台大，这个计划可能在成大，那可能就是受限在某个实验室里面。那其实一般的学生、一般的大学生，甚至包含说高中生，其实他没有机会去好好的参与啊，而且我们的资源也不允许这样子用，我们资源是某个老师。代理啊，所以他其实人员编制都很清楚啊。比方说我去年代理了四个学生，那这个四个学生一个月拿多少钱？那他的差旅做什么事之类，他都是实报实教很清楚的。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的跨卷是一个什么开放原始码的，那开放原始码很多东西是那种，就是你懂吗？就是那种就天马行空嘛啊。比方说像我们去年本来就是想要做一个，我们去年本来想要研究一下这个 real time Linux， 就是一个。Linux 在即时系统的应用，那么想来想去，哎，要来做什么？我说干脆来做一个自走车。你说为什么要做自走车？其实也没为什么，就看到 NVIDIA 影片，哇，好狂哦，好棒哦，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对不对？好，我们就要自干一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年看到这东西就自干，然后就跟学生说，哎，那不然我就说，哎，我就给你个10000块哈，那你们自己弄台车，我们开台搞个自走车。没想到学生就真的把它做出来，而且做出来之以外呢，怎样？做出来以外呢，还真的这样，还真的能用啊、哦！所以这个如果说你刚好这个月要参加那个 CTHPC 呢，那来支持一下我们学生啊！哎、对，顺便帮 CTHPC 广告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工商服务时间嘛啊。那 CTHPC 是什么呢？它是这个研讨会名字很长啊，所以我必须要偷看一下啊，叫做高性能计算及嵌入式编译技术与系统软体研讨会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研讨会多厉害哈、好，那总之就是说，这个研讨会已经举办了很多届了，23届了。那所以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像是自走车啊，这个或者是无人驾驶车啊。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学生，而且这个学生是怎样？是大学部的学生，他没有领任何这个国家的经费啊，也没有领产学合作的经费，没有，完完全全怎样？就是学生自发的去做一个东西哈。所以，我们快速看一下啊，比方说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自动驾驶车啊。那这自动驾驶是用很多这种 open source 的技术啊，所以这边你跟他说这个车子行进中啊，那车子就像它运作的时候，就像那个右边这个啊，右边这个什么这个跑道啊，就是它会绕着这个跑道去走哈。那当然你可以加上一些外壳啦，哈，底下这些东西哈。那这些东西都是怎样？这个东西都是老题目了啊。但是呢，我们用新的方法重做，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么？这些成果最终怎样100%open source 出来啊？所以你看很有趣啊。有时候你看这个专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案啊，这个专案你在很好记啊，这个专案就叫普悠玛，不要怀疑，就是那个普悠玛那个车啊。那这个普悠玛它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啊。好，那普悠玛来讲话的这个普悠玛的这个核心的演算法啊，就是自动驾驶的核心演算法，还有它的技术报告啊，以及它的相关的这个什么 Linux kernel 的 module 啊，那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啊，比方说去控制那个 GPIO 的这些东西的，这 source code open 啊，那把它的报告给 open 啊。然后我们的 license 也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条款啊，就是核心演算法的地方都是基本上是 BSD 的 license 啊，比方说这里。那当然，如果说原本它就是 GPL，比方说 Linux kernel 啊，它就是那这个 BSD license。那但是主体的这个演算法哈，那这个对很多厂商是很友善的啊，就是对商业应用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像这种专案，基本上它很难通过刚才讲的这个产学合作啦，或者透过这种政府的这种。国家计划去做，因为他的成员、他的目标不是那么明确，就是一群有兴趣的人去做啊。那像这样的专案其实很多啊，像我们有另外一个学生在做，就是他就 on，然后搭配 OpenStack，然后去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它跟政府的计划没关啊，只是学生怎样单纯想，哎，我能不能在 on 的这个伺服器上面架设 OpenStack，然后把它运作起来啊？这个东西就叫做伊达云啊，这个因为他的那个创始者叫伊达嘛，哈，那个伊达运哈，像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说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兴趣，就是什么兴趣，是能不能在树莓派，能不能在一些比较低端的这个 on 的硬体上去做一个云端架构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做了快2年，哎，的确这样，就靠学生力量把它做出来，而且没有太多人的指导，就是说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厂商，有一些社会的这个社会人士的协助，然后让去帮助这些学生，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学生是自发做的啊，所以他甚至没有一个很明确今天要做什么，明天就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甚至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开放源码的一个风格啊，就是我做个东西，然后有人关注我去做啊，我有兴趣我就做下去啊。那除了新的专案以外，也有贡献到上游的专案，比方说这个 HackMD 啊，像比方说。你可以注意看，我这几次共笔基本上都是用 HackMD 的系统啊。那这个 HackMD 也是一样啊，也是它也是一个完全 open source 的专案，所以它有世界各地的贡献者。那当然有很大笔是台湾的朋友啊。那其中又有一小部分呢是台湾的什么？台湾的大学生啊。所以他们觉得说有些东西呢，他们也想要改进，他们想要去做，然后去真的把它做出来啊。那当然像那个新库也是一样东西啊，就是说，它是全世界屈指可数。什么叫屈指可数？屈指可数啊，这样，这叫屈指可数啊，几乎是我们所知道，全世界唯一或者唯二的这个有遵守中华民国或者台湾教育部规范的中文书法啊，因为很多书法是基本上是没有依循这个教育部的规范。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对很多参与学生来讲，他就是他发现为什么字有些字打不出来啦，或者有些字显示的有错误啦，或者某些情况有什么 crash，他去修。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需要一些设备啊，需要比方说他们去参加这个，比方说这种世界一流的这个研讨会啊，就是我们要参加就参加最顶级的啊，我们普通研讨会不参加的啊。那所以比方说 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研讨会，然后他们可能办在美国啦，办在欧洲啦，办在中国大陆啦，或者办在这个日本啊，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件事，需要什么？机票，对不对？住宿啊。然后呢，因为这些大部分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些很多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大学部学生。啊，那大学部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说，事实上以我们的研究经费，我们不想直接给他们用，对不对？因为我们研究经费是很限定的一个对象的，
限定它的成果就是按表操课，八月要做什么成果，十月要做什么，十一月要做什么成果，不能像这个一般的 open source 这样啊，就是我今天做这个 cloud 做到一半遇到瓶颈了，哎，我来干嘛？我来研究 OpenStack。哎，我遇到 OpenStack 研究到一半，哎，又遇到瓶颈，干嘛？我再回来研究，哎，哦，可能是 kernel 的不稳定啊，所以还要回去研究 kernel。这个东西在我们执行一般的这个产学计划或者这种研究计划是不允许的，好，是非常明确。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其实让我们需要一点经费，好，这个经费其实并不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这个其实没有写太多了哈，就是说包含说这个跟我们合作的这个财团法人开放文化基金会，我们基本上就加一层啊，就是加这个一层的这个管理费啊，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计算金额就是55万啊，那现在还不错啊，就是我们已经到16%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啊，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更多的学生啊做很棒的东西哈，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今年跟一些像南一中啊，还有那个雄中啊的。吓我一跳，突然跑出一个人，好，就是像那个南一中啊、雄中这样的老师跟学生们在合作啊，因为很多学生现在已经知道了吧，已经有知道大学可以念了啊。那所以你看到、哦、他们就算大学不是念成大也没关系，他念台大也挺好，对不对？念师大也蛮好的、啊，念政大也蛮好的啊。那所以总之就是说，这些学生他基本上他就可以参与的、啊，他不用到研究所才可以做研究，他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对吧？好，但是为了要让这些学生好好的参与，其实我们需要点什么？需要点资金，好，所以希望。各位的协助啊，所以这个请大家多多考虑，多多考虑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请你考虑赞助。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广告啊，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那第二个广告是讲，就是说我们在啊，其实以成功大学来讲的话，我们最近有些。蛮正面的消息啊！那成功大学在2012年参与这个欧盟的 QB50 啊 ，QB50 基本上它就是邀请这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啊，以及一些研究以及一些公司啊，来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过去因为做科学研究其实要的资本是非常高的啊。那 QB50 是欧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它邀请了很多单位哈，那就包含说台湾、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啊，那当然美国跟欧洲也有哈，就是。这些研究单位啊，每个单位都自己做一个微型卫星，所以以这个成功大学的这个立方卫星叫 Phoenix， 它的重量是2公斤啊，2公斤的重量，然后它可以做这个科学探勘。那在今年4月18号的时候发射到这个国际太空站啊，就 ISS 啊，然后呢，在明天啊5月17号，那即将怎么从这个太空站部署到。那个指定的那个轨道上啊，那在明天晚上9:19的时候会首度经过台湾的上空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的基础研究其实非常重要啊。所以真的不要抱怨说台湾环境真的杀猪工啊，其实扎扎实实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啊，就可以上太空啊。所以其实上太空没那么遥远，因为太多技术变得很成熟，太多东西已经变成一个产业了啊。所以以前发射人造卫星是一个非常高资本，你要研发人造卫星很困难。像你来讲的话，你用很多那种开放硬体就可以做出来啊。所以呢，这东西对大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吧，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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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讯息啊。所以这个非常正面的讯息之后呢，我们就要再继续介绍另外一个正面的讯息啊。这个另外一个正面的讯息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又在找人啊，所以请大家考虑一下啊，就是让我想想那个讯息贴在哪里啊，那个讯息在哪里呢？刚才忘记在休息的时候把它打开了，所以请等一下。好，就是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为了要让这个，除了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像台湾的这个成功大学啊，像这样一个大学都可以发射人造卫星，而且成功的这个。成功的顺利升空啊，而且在明天就会通过台湾上空啊，这是非常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它的开发资本其实降得很低啊。以那个成大参加 QB50 欧盟的 QB50 计划啊，那这个计划把过去要上好几亿的资本才能够做的人造卫星，把它压到什么？压到千万级啊，台币，注意到单位是台币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说人道卫星过去之后上亿啊，不计代价去做的啊，但是现在可以压到台币啊，千万级，也就是说。你一栋房子的价格就可以发挥人造卫星了，对不对？这个是很感人的事情啊。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接下来就是下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火箭啊，因为一旦人造卫星的成本可以降低之后呢，下一个真的要在意的地方是火箭啊。所以这边我们需要一些人的协助了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网络啊哈还算熟悉的话，网络还有一些什么资安啊，那当然你如果对写程式很有兴趣也很好，就是反正写程式像是对网络啊，对 Linux kernel 啦，对整个系统啦，或是微处理机啦，或是即时系统啦，或是一些高效能运算啊，总之做一个火箭，包山包海，什么鸟都会做啊。反正就是有兴趣要请我联络啊，那你可以发这个，把你的个人介绍贴到这里来。好，广告完了啊，我们就继续来讲课。好，那所以在刚才我有些东西没有讲对了哈，就是说这个。比方说，你建立一个我们这样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 string literal， string literal。好，这个在那个西文硅谷术语有写哈，这个东西叫 string literal 啊，这个就是这种写法哈，就标起来的东西叫 string literal。string literal 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事，西文有个 null terminator 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null terminator。好，再讲一下啊。这东西不见怒哦啊，不是怒哦，他没有得罪你啊，你要对西元有爱啊，你不能生气啊，西元没有怒的啊，他只有爱没有怒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以 now 这个字元结束了啊，我们叫 now terminator 啊，这里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为叫 list string literal 啊。所以刚才那个显示那个 hello world 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算 ？hello 空格。WORLD 啊，然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 now terminator 啊，所以其实还要再加一，所以对应到 strlen 的话，你是什么？要再加一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啊。然后再是什么呢？刚才做实验的时候呢，刚才做一个什么 wide character 实验啊，所以要认真看一个东西啊。感谢，所以为什么要线上直播的时候要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聊天室啊？因为有时候会讲错啊。好，那。这个你们注意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它是换行符号啊，所以实际上要计算的时候是什么，从 echo 4开始算啊，那一路到87啊，好，那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长度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吧，这是换行符号啊，特别注意。好，那我们再继续探讨啊。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西呢，希望啊，所以希望你真的花心思啊去看啊，硅谷书它可以其实提到蛮多的哈。那看硅谷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看其实蛮痛苦的啊，因为你一开始要面对这个550页啊，而且如果你认真看呢，它里面用之遣词有时候真的还蛮难的啊哈。然后比方说那个什么 laziness， 好，比方说这个你可以看到什么，这个什么他跟你说什么，这个 constant qualified version。Of this type is designated as for about 这个 pointer to fault constant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你知道吗？这个读的时候看的时候其实很不太清楚啊，就是说它里面英文已经写的很清楚，但是用字遣词其实说真的，其实还那个用字其实真的还蛮难的啊，因为西元硅谷书是为了要干嘛？让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让相关的编译器供应商，好，当然说这个像一些什么效能开发的工具啊，以及这个系统啊，就是让全世界各地都有办法依循啊，所以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去把那些词汇讲得很清楚，又花很多词汇去，比方说前面讲个概念，花很多时间再把那个概念怎样一步一步扩充啊，所以像刚才看到那个什么，我们刚才讲的 address of。这个什么，这个 architecture 啊，其实你看它的适用啊，所以可以看啊，说，哎，讲看那个程式对不对啊？还有一下吧，像这个啊，所以像哎，不是这个啊，反正就说还记得刚那个指标的加跟减对不对哈、啊？所以指标呢可以做加跟减，但是呢指标可不可以做成跟除啊？所以最重要的后面不行啊，所以你不能只是靠脑补去推导去猜测啊。这个其实呢，硅谷说的重点就是让你知道它的限制啊。但是除了限制以外，不是把它背下来，其实他花很多时间跟你讲这个要求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not a number。什么东西是 not a number 呢？比方说0除以 0， 对不对？ 0 除以0是 not a number。那如果你真的去0除以0的时候怎么办？好， not a number。好，这个，比方说呢，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西元来讲的话，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空间去表达一个数字的。比方说像前面讲的 float 保证要有32 bit 啊，或是更多，那个 double 呢就是保证有64个 bit 啊，或是更多去表达。那这个东西的表达方式依据什么 IEEE 754啊，这东西呢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问题在，问题在哪边呢？问题在于说，在西元各个书的要表达的东西远远比这个东西多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真的遇到零除以零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真的遇到不能去表达一个数字的时候怎么办？好，那问题来了，你看啊、哦，我 double 也好 ，float 也好 ，integer 也好 ，long integer 啊，那或者什么 long long 啊 ，long long integer， 那这个这些东西不管哪一个，基本上它也都有明确的形态。有明确形态，你就是透过里面的零跟一的组合啊，还有一些特定的排列，比方说前面什么。前面第一个表示有号无号，有号数或者表示正或者负啊，当然你可能把有号拿掉就变无号数，那你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问题来 ，not a number 像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在数学上是很好理解的，对吧？因为很多东西是数学上都没有意义的，像零除以零啊，或者是一除以零。可是呢，你在二进位，你在操作上的那些 semantics 那些语义，又该怎么办？这西元各个书画很大的心思，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大心思啊。其实基本上你会看，可能搜寻小技巧啊。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not number 怎么办？就前面加一个空格，后面再加一个空格，这样就可以找到。好，所以你看啊，它上面写很多，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做 is NaN 啊，它是一个 macro 啊，然后跟你讲说去判断一个值是不是合法的数值啊。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后面啊，后面更明确跟你讲什么？哎，除了这个 not number 以外，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无穷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 infinities 或者 not number， 基本上这个东西都要很明确去声明啊。所以你看，像这个东西，像这边是哪一段呢？这边是，那我看一下啊，这边应该是跟 function 有关的部分，这个是哪一段？这段非常长的哈，好，这边跟你讲说什么叫做 formatted input and output function 啊？那最常出现就是什么 printf 系列的啊，就是在你大学一年级或者更早之前学西元程式设计，你都无法遇到，都无法避免的啊 ，printf 啊。那这个 f 呢，后面表示 format，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的 format， 它的定义是什么啊？你以前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凭习惯，或是大家都，你知道在台湾就是什么，就常常遇到这样，哎，大家都，对，大家都红灯右转，就真的红灯右转了。大家都啊，那就是明明那个，比方说你到每次到台南啊，这个每次到成大，你就知道成大是又称叫什么后火车站大学啊。那个后火车站呢，每次看的就有时候都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去错地方，对不对啊？因为火车站后面他们就一。大学路就贴告示说不准停那个什么，不准停脚踏车，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就看不懂中文字啊，然后所以怎么办？校方只好在上面写，从中文上面写，这个大学路不准停脚踏车这件事用中文写，既然有人看不懂，表示什么？成大可能很多外籍生，所以又用英文再写一次，就发现英文写的时候又有人看不懂，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外籍生应该很多元吧？啊，表示中文看不懂，英文看不懂，可能是。从那个肯雅啊什么的啊，可能看不同的语言啊 ，anyway 不找了哈。那就竟然连中文跟英文都看不懂啊。好，那总之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就说明什么事，很多时候不能只是凭感觉，只是凭习惯或者凭脑补啊，只是错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这个 format IO， 他花很多心思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怎么表达。所以当你遇到 not a number 的时候，我该怎么去表达啊？所以事实上呢，在这边清清楚楚跟你讲。好，比方说我今天是那个 double 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表达？好，比方说前面有几个位元啊，好，这个 mantissa 有几个 mantissa 位元，然后它的那个指标啊，它的这个就第一个是有效位数几个位元啊，再来是它的那个一啊，一表示嘛，一表示它的那个 exponential 部分嘛，对啊，就说这个
二的几次方或者十的几次方这种东西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好，那的 number 的时候呢，它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转换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为什么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 Marcel Lipsy 啊，就刚才前面讲那个 Rich 啊，那个很有趣的人啊，你看 Twitter 你一定要去 follow 啊，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热血啊，什么叫做有经验啊。所以你看到、哦、一个实做 Lipsy 的人，他会不会对游规格非常熟？会，他不只是了解西游规格，他更要了解是像这些 formatted stream。对，因为同样这东西放在基里伯西，它的行为是这样。那如果放在 Muscle 里伯西啦，或者遇到其他的那个里伯西的实作，比方说 Android 有个东西叫什么叫 Bionic。那如果这个实作本身不一样的时候呢，它就是悲剧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种什么这种状况啊，这特别要去注意的啊。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继续探讨下去啊。接着探讨下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地方是。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地方在后面一点。那所以事实上呢，其实有很多这个有很多书本啊、哦，其实很多书本它在尤其在指标啦，我觉得蛮多繁体中文的书啊、哦，现在简体中文书好很多了，但是很多繁体中文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的那么糟糕，所以如果你要读繁体中文书要非常小心啊，因为很多书其实写的很糟糕，比方说。我最常讲的就是什么双重指标啊，这个，每次看到这个东西都是很生气啊。这个双重指标，如果你真的这样写，表示什么？这其实它就是指标的指标，它不叫双重指标的嘛。双啊，就是指标的指标，就是 in direction，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写双重表示什么？双重很尴尬啊，对不对？双重，对不对？你想就是双重，双胞胎，双是什么？它是对等的东西，双重指标不是对等的，它是阶层性的东西啊，指标的指标，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特别特别要讲的，特别要讲是什么？你如果看到什么双重指标，它表示什么？它对那个认知上是有问题的啊，或者说它对语言上是有问题的啊。但偏偏你这样找，可以找到一大堆，而且一堆都是繁体中文的，吓死你了啊，对不对啊？所以赶快把它关掉吧啊。那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你如果认真看，西元根本没有这东西啊，西元的标准，它就直接到干嘛？比方说，它就变成什么？Pointer to pointer，它从头到尾只有这个东西啊，对，然后就是什么，pointer to 某个东西这样子啊，就是 pointer to 什么什么东西，它就只有这样子，它没有跟你讲什么 double pointer 没有，对啊，没有任何一个这个什么前面什么 triple 啦 double 没有这个东西啊。好，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声明呢？因为西元其实规格书花很多心思去厘清那种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的啊，所以你有时候读了书，你最好就这样。教他对那个西元的规则书的那个声明啊，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写软体的人哈，免不了要跟世界各地的合作啊，所以事实上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你不用讲多么流利的英文，像我根本讲不出流利的英文。如果你无聊去 YouTube 找我的演讲啊，你可以看到我以前在那个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啊，或者说在 Linux Foundation 发表的演讲，基本上都讲的不是特别好，这不。对，用中文都讲不好，英文怎么可能讲得好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承认，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的表达的主题很重要啊。你跟人家讲，你的，然后比方说你设计一个什么 real time OS 啊，那你要告诉人家 real time OS 的诉求在哪里啊？那你相对于其他的实作好在哪里啊？或者说你哪地方是不足的啊？或者说哪些地方是你特别去思考点啊？比方说你的作业系统是特别在意安全，特别在意什么？效能啊，所以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特别安全？你为什么可以特别快，在某个范围内啊？那同样对西元的规格也是有一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去讲。比方说这个 constant qualify false 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呢？它是 pointer to 什么 constant qualify false 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很多中文书啊，不然说很多中文网站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个东西清楚讲出来，对，就是说很多中文书根本就讲不出这个 constant 放前面、放后面、放中间的这个差异来啊。以这个例子来讲啊，constant 可以放很多地方，它可以放最前面，也可以放最后面，也可以最酷的地方可以放这里啊。所以这东西非常讨厌，就是它的那个语义有的会一样啊，有的写法放前面、放后面会一样，但是有些东西放中间不一样啊。那不然就像这种，像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它的形态叫什么？Array of pointer to function return struct text。
对，他就很清楚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但是很，我觉得很不幸的地方是很多认知上啊，就是说，因为西元规格书也好，K 拿的书也好，它只是这样，K 拿西的书来讲，它是第一手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已经变第二手啊。我们就在去我们读第二手的时候，有时候有好处啦，比方说语文上的好处啊，或者说有些图表画得很漂亮。西元规格书你发现有时候读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你根本就没看到几张图表，对不对？好，非常难看到这个规，非常难看图表啊。你光看到程式码就偷笑了，其实程式码都不多了，根本就是图表啊。所以有时候你读的规格书一开始读得很痛苦，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第二手资料啊。所以我注意到哈，不是叫大家只看着规格书哈，最重要是你找了不管任何一个参考书或者一个参考资料，你看的时候最终都要回去看这个规格书。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看规格也不能只看新的啊。所以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讲799，为什么不直接讲711呢？因为呢，你可以看到，你看画面中这个东西。画面中这种东西，你有时候会遇过嘛？对，就是这个 Airbus 330啊。那它其实它里面执行的东西是什么？14年前的 Head Linux 啊。那问题来了，那如果里面的 Linux 当掉，比方说这个画面啊，就说如果它 Linux 当掉，总是有人负责嘛啊。它十四年前资讯科技的资讯科技的这个术语来讲，这已经叫古董嘛，对。所以这样的古董呢，这样的古董很尴尬，对不对？它坏掉怎么办？对，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就要去想啦。事实上，我们就要去想这个东西怎样。哎，这个总是要人对这个东西负责嘛，对啊。所以事实上，那个不止330啊，Airbus 380也是一样啊，它也是用的古董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要去修里面的东西，它里面编译器当然支援旧的规格，比如说799啊，甚至还有什么789、790，对。所以你要很清楚说，知道789、790、799、711之间关联的差异，基本上它不是100%相相相容的。有些东西，像比方说789这些东西没有讲清楚，799把它讲得更清楚啊。那到西1的时候呢，他把某些东西呢，他会把它去澄清啊。所以就是我们之后还会有个案，之后也会有个还有个讲座专门来讲不同规格之间的差异啊。因为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花点时间去了解这个规格书啊，这些工具书的对你的协助。然后再来是说，像刚才这个例子啊，这个东西啊，写一串这个东西复杂的东西啊，我们怎么把它对应到英文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这工具非常之好用啊，是这个叫 CDCL。那这东西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就用英文啊去表达一个什么、这样的东西啊，他就帮你写成这样哈、太嗨了吧哈、这个自己看一下啊，就是这个 function pointer 啦，然后外面还有这个哈、就是在 return 什么鬼哈、然后呢，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你如果把这个，你还可以要求他去解释，比方说解释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他就跟你说，这宣告一个什么 FP table 啦 ，as array a pointer to function 啊，然后 return 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尤其你跟什么，跟因为现在很多合作模式、工作方式很不同的嘛啊，比方说啊，比方说我还是讲一下我的老东家哈、我很感谢 Linaro 给我很大的机会啊，所以特别提一下。像 Linaro 来讲的话呢，它是一家公司，注意到它是一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呢，本质上他做的事情是做开放原始码啊，所以这边的工程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去加速开放原始码的运作啊，所以那你说，哎，怎么会有公司专门在做 open source 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因为背后的人是谁？背后的人是 ARM 嘛，对啊，所以一个 ecosystem 就是说整个生态系统啦 啊，比方说跟 ARM 有关的最佳化，跟 ARM 有关的这个什么？跟 ARM 有关的客制化啦，跟 ARM 有关的什么 hypervisor 啦、虚拟化啦什么鬼的啊，这些东西越完整 ，source code 满天飞，对，不管是这个 embedded 的啦、server 的啦、桌面的啦这些东西的，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对 ARM 的 license， 因为 ARM 是卖 license 的，所以全世界要跟 ARM 这家公司 license 越多哦 ，ARM 可以创造营收越多哦，所以很多公司会做这种事情哈、所以以 Linaro 来讲的话呢，他的工程师都是在家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在家工作。那在家工作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很大困扰，什么困扰呢？你平常可能用 Slack 或者用这种聊天室去合作，对不对啊？那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还是需要用电话会议啦，或用 Skype meeting 啦啊。对我来讲，我以前很痛苦啊，我每次看到这东西，我靠，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念，我那讲老半天哈，你会发现那这个东西简单嘛，就这样敲进去，他就跟你讲了啊。那你只要把英文每个字念好就行了啊。好，那接着我们来进入下一个境界，除了了解规格书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程式，你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在干嘛？你花大量的时间在 debugging 啊，尤其呢，你比方说你研究，
去，假设你工作是来做手机的，那很不幸你就要接触到一个万恶的作业系统，叫做 Android 啊。为什么叫万恶呢？因为它实在是让你很难一下就爱上它。Android 长得很漂亮，Android 功能很好。你看，我现在还在用 Android 手机嘛啊，现在你看我直播过程中我还在用 Android 手机啊，去检查这个直播的状况啊。那我每天在用 Android 手机哈，当然我除了用 Android 手机，我也用这个啊，就是好歹也是自请以前的小孩嘛哈。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棒，但是问题是做系统开发就不一样了。你想一件事啊，就是说像 Linux kernel 的程式码行数，原始程式码行数已经超越2200万行了，所以2200万行它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且你看到最近哦，最近 Linux kernel 那个4.12跟上个版本相比的又多了什么？又多了百万行。你看到从4.11到4.12。它其中差异是100万行这个规模，哇靠，这个东西多恐怖啊！当然不是只是增加，也有删除，但是更动了整个程式码行数是100万行等级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如果你要去对 Linux kernel 改啊，我相信有改过 Linux kernel 的这个 source code 的朋友都知道啊，哎，这个你 kernel 啊，说真的啊，你一个初学者啦，不要说初学，一个所谓台湾资深工程师啊，或者比较老的工程师啊，比较老的工程师就是你懂啊，就是我有时候分不太出来这两个差别啊。那总之就是说，你一个 kernel 素人啊，就是对 kernel 没有那么理解的，你要贸然去改个二三十行，其实很难，真的很难。你要改二三十行，那更别说做出贡献，你要做出因为二三十行做出贡献，那很。可是你想想，二三十行这东西对 Linux kernel 来讲是什么？EPPN，什么叫 EPPN？就百万分之一啊！所以你会看到你在 kernel 改老半天，比方说他你抓到 race condition，比方说你发现哎这个地方怎样，这个地方这个 memory leak 啊，所以你改了啊。那你好不容易东改西改，可能改了五六个 leak，改了五六个 race condition 的状况，好不容易累积了30行的修改，但是对 Linux kernel 来讲，哇靠，你才贡献 EPPN，而且这 EPPN 可能明天就被拿掉了。对，因为有时候有人对整个 subsystem 处于感情，你不觉得很挫折？对，这个规模大了个，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kernel 只是讲其中一个环节，上面还有一大堆系统。对，所以像 Android 来讲，它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啊，比方说 browser 对不对？Chrome browser 对不对？它里面行数也是非常惊人啊，它也是随便都是百万级的。所以你我今天都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创新，我们都知道创作。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花力气在哪嘛？debugging 啊，所以 debugging 来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清楚的一个什么一个方法去进行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想要花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GDB。GDB 呢是整个 GNU 专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然后它在1980代末期就开发了哈，所以就是在。他最早的这个作者是那个 Richard Stallman，那当然 Richard Stallman 现在已经不再改这个专案了，他经由专业团队去开发。然后那个 GDB 的主要的一些维护者，包含说 Red Hat 公司，包含说 Google、IBM 啊这，然后 Intel 还有这个 ARM 这些公啊，还有 Lenovo 这些公司都有花一定的能力去维护这个 GDB。那 GDB 呢，它有个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它的这个可以适用很多不同的这个硬体架构啊，我们快速看一下，它可以适用不同的硬体架构，而且它可以支援不同的这个什么，不同的这个程式语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可以 C 啦、C++ 啦、Objective-C 啊、Pascal 啦，然后那个什么 Ada 啊，这些都去可以支援啊，而且 GDB 呢又可以当做模拟器来用，啊，很酷对不对？GDB 为什么可以当模拟器啊？要正式说法是什么？Instruction Simulator 啊，注意到我们用的词不是 emulator，是 simulator 啊，所以然后这就模模，它就可以模拟了指令的执行啊，CPU instruction 的执行啊，它没办法模拟周边啊，所以其实你只能模拟一小部分啊。但是呢，这个整个 GDB 呢，它扮演真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 GDB 现在最新的那个稳定版是7.12啊，那8.0切出来啊，然后它支援很多商业的这个 debug 才有的功能。好，那接着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它可以做什么事。注意到我们今天不是来教你怎么用 GDB 的啊，所以
不用太期待啊，我只是快速跟你讲一下，有了 debug 之后，你的人生可以变成彩色的。好，比方说一开始人生是黑白的，哎呦，一打开 GTP 之后，哎呦，人生变彩色了啊，但是很快就这样，很快又变黑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你知道骇客都在干嘛啊？黑客都在背景都在黑色，让人家觉得，哎呦，你好厉害的样子啊。好，那我帮大家特别去找一些有字幕的啊，就是有些 YouTube 的影片是没字幕的啊。好，那 GDB 呢，在使用的时候呢，记得加什么？记得加碱基。我们看它加碱基，点击的时候，那个 C 的，好烦哦。我们把它跑完了吧。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记得要加一个 flag 哈，就在 GCC 要加一个 flag 加碱基。那碱基的话，把一些 debug 这个 info 把它加进去啊。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东西叫 dwarf。那 dwarf 呢是一个格式啊，注意到哈，它是一个 debugging data format 啊，注意到哈，debugging data format 啊。那所以就是说，GDB 为什么可以做到 source level 的 debugging？也就是说，它可以一单步执行，它的单步是什么？当然是以 source code 的单步了哈。如果是 CPU 你刷取的单步，其实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啊，不，没有那么大意义。它不是完全没意义，它有意义，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我没办法掌握这个 instruction 嘛。如果你办法掌握 instruction，就不需要 compiler 啦。如果你真的有办法用 CPU 你刷取直接 coding 的话，你可能也不需要 GDB 对吧？哈，就是，对，你已经对程式的掌握度挺高了啊，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件事啊，所以呢，事实上你需要怎样，在编译的时候，GCC 编译的时候呢，加上一个什么碱基啊，以便含入这个debugging 的 data 啊，那它的格式叫 dof。好，那你会发现 dof 跟 elf，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根本是一对宝啦，对不对啊？如果你英文好一点的朋友都知道，dof 跟 elf 是什么，就是精灵吗？对不对？啊，就是中世纪的精灵。好，那我忘记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矮了，反正就是反正一个高，一个比较矮的哈。好，总之就是它就是精灵啊，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啊。那所以很多时候命名的时候都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之前想这些字都蛮有趣的。好，那接着呢，这个程式在做什么事呢？这个程式呢，就是去展示呢，展示说，因为 GDB 可以做单步执行啊，那这个程式展示说，哎，我怎么知道？就是我这个被 debug 的程式，我怎么知道我被人家 debug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中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叫做 ptrace，看一下程式码啊，这边有个 ptrace 啊。那你可以对照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讲座有这个哈，就是说kernel command using Linux syscalls 啊。那它里面就跟你讲说这个ptrace，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ptrace 这个东西很好玩，它是一个系统呼叫，而且这个系统呼叫呢，在第一版的 Unix 就出现了啊。你看到第一版 Unix 有哪些东西？第一版 Unix 有 fork。第一版的 Unix 就有 ptrace，这个 ptrace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你就想象今天有两个 process，那我可以用某一个 process 去干嘛？去追踪，去注入，好，注意啊，注入程式码，注入程那个改变另外一个 process 的执行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你就想象这个东西叫 GDB，对不对？我注入一些程式码到一个我想要追踪程式，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是什么呢？你在程式码也可以用这个 ptrace 啊，去看到哎有没有人在干嘛，有没有人在 trace 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好玩的东西啊，所以他今天用那个 GDB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再来是 GDB 呢有个东西叫 TUI 啊，就像这个文字界面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它整个都是文字界面的啊，只是说这个文字界面画的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比方说它单步执行的时候的一行一行啊，那上面就是 source code 底下就是什么？底下就是那个指令啊，当然这个阿伯底下啊不是阿伯啦哈，这个大哥哈，这个大哥这个这样，他有些讲解，然后你可以对照看那个字幕来理解啊。因为我已经看过，所以就不讲了。然后所以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顺便对照看什么，对，顺便对照看组合源啊，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我原本的程式啊，为什么它是对应到一个系统呼叫，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什么，哎，这个有个 call queue 啊，所以你看我是让怎样。我是让去呼叫一个 subroutine 啊，然后这个 subroutine 呢，它的进入点其实是 ptrace 啊，那最终呢就会透过一个 system gates 啊去呼叫作业系统提供的 ptrace 这个系统呼叫本身。
那除了这以外呢，这个 GDB 能做的事可多了啊。那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啊，看什么东西呢？甚至呢，你可以追踪那个城市的执行。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了哈，又看别人影片，所以那个其实还蛮卡的哈，将就一下哈。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你甚至怎样，你可以设计，你可以把特定的地址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你把特定地址保存下来有什么用呢？好，注意看啊，我刚刚不是把一个地址把它保存下来？好，那我接下来呢，我设定中断点呢，我就不要直接中断一个function，我中断在哪里？注意看啊。我中断在一个地址，好，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超嗨的吧？我直接对一个地址中断。好，那所以当我呢执行到那边的时候呢，我可以干嘛？我可以一边看组合源输出啊，然后一边很清楚的就是我这个一次移动呢，就以什么以刷新为主。甚至更酷的地方是什么？我可以把程式的执行流程改变啊，所以你看啊，我直接注意看前面刚才那个。刚才他做什么操作哈？他去 set， 好，注意看啊 ，set 这个 pwn counter，PC 是 pwn counter， 就是说指向什么下一道指令的地址。我直接给他什么？我直接给他一个指定位置，所以我相当于怎样？我直接跳进某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啊，我原本呢，我原本应该是这个63 echo 啊，那我就直接把它跳什么？643啊，就跳到下一个。好，那我的确就跳到这边来。那当然你可以跳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哦，我在执行时期，我就直接改变程式的行为。好，那这样的工具有什么用途呢？这用途可大啦，是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能教你怎么做啦，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些关键字。比方说呢 ，iPhone 上不是有很多程式，对不对？这个程式都有些什么限时免费啦，或者说它叫你输什么序号啦，就可以变成全这个完整版啊。你一般用的时候叫试用版，那试用版跟完整版它的程式码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差在序号。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可以跳过序号的检查，你就不就变成自动变成完整版，对不对？好，注意到那是坏人的想法，对吗？我们不鼓励这件事啊。但是为了要知道坏人怎么想，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做一次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在强调是，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对于有人用这个逆向工程去让那个试用版变完整版，我唾弃这件事啊，所以我唾弃到我根本不用 iPhone， 对不对啊？所以就说我不好意思做这种事了哈。那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件事，事实上呢，有这种 GDB 这就可以做什么事，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你只要知道很清楚哪边是控制逻辑，对不对？你就可以直接跳过去，跳到什么？把检查，假设检查程式码在这里，所以原本是这样，输入检查程式码，好，离开啊，如果是错的离开。但是呢，你可以干嘛？你直接把控制直接跳到这边来，好，所以就变完整版啊。那在HeatCon 啊，或者是全世界很多像那个 DevCon 啊，或者是那个 Black Hat 啊，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论坛，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演讲啊，就是基本上讲的非常的详尽，就是说怎么用那个怎么用 GDB 啦，然后去不要说破解啊，这不好听啊，也不精确啊，所以大家就怎么去研究啊，怎么去探索一个程式执行啊，这是 GDB 非常好用之地方啊。然后更棒的地方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打开追加化编辑器追加化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输出面目全非的程式码哈。在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编辑器的那个原理那个系列哈，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哈，你可能会有一段程式码写了一大堆，但是追加化之后呢，可能变成一行零，对不对？嗯，它做了很多，原本你可能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加减乘除、开根号什么鬼都有，但是因为打开编辑器追加化之后呢，它就变成零了，因为编辑器发现，哎，做那么多操作，它就跟零是一样的，好。那但是呢，有可能编辑器做了错误的追加，导致的错误的结果。错误的结果，废话，当然你就遇到悲剧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去看的地方啊。然后呢，再来是这部影片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啊。同样，这部影片也有字幕可以看啊，所以你可以把字幕打开。我们快速看一下。好，那这部影片呢，就跟你讲说人生有了 GDB 呢，可以过得多快乐啊！那我们快速移动一下。好，那好、哦，这个已经有字幕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随便开发一个程式啊，注意到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 white character 啊，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 white character， 所以这个你看很机车吧？来，这边有字幕哈，看一下啊，这是超重要的啊。
这边东西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这个 white character 呢，它有可能怎样？有可能是四个 bytes，啊，每个可能四个 byte，但是 Windows 呢，有可能两个 byte。你看，就跟实作有关。所以你为什么要读规格？为什么要读书？你与其呢，在不同的作业系统，比方 Mac 啊、Linux 啊、Windows 乱摸索啊，然后凭感觉去探索、去脑补，对不对？明明这就有规格，C90就跟你讲 ISO C90就跟你讲了，对不对？猜对没有人会感谢你啊！注意到哈，以做产品来讲哈，猜对真的没有人会感谢你。但是猜错你可能会怎样？导致万劫不复的状况啊！所以拜托，好好的怎样？好好的把这个规格书拿出来看啊！诶，为什么一直出这个？好，那接着他就写一小段程式码，他就用这个 wide 版本的什么 wide character 版本的这个 printf。好。然后呢，这个程式呢，这个带入的是一个指标啊，然后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啊，接着我们把一个尺寸带进去啊，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啊，这个 L 啊就是一个什么，表示它是个 wide character 的一个 string literal 啊，右边这一串是 string literal， 就是那个字串的表达方式，那我前面加一个 L， 表示它是一个 wide 版本。好，那我们接着干嘛呢？我再编译它啊。这个编译，奇怪，看别人打字的时候就觉得打得好慢哦，自己打就觉得好，自己打的时候就觉得我打得好辛苦哈。好，然后呢，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来想一下啊，这个东西 hi 空格 there 啊，它输出什么？它输出九个字元。来想一下，这样子结果是对的吗？好，那你可以直接用那个 GDB， 如果你没有打开剪辑的话，没有加开 DOF 的时候呢，它只能看那个 assembly 啊，因为它没有那个 source code information。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去研究这个程式的执行。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想搞懂的，哎，程式怎么去执行啊？所以我们去观察这个什么 stack 上面有什么。那 stack 上面应该要有个刚才看到那个 string literal， 就是那个 hi there 那个讯息，对，所以这个 hi there 这个讯息，它应该要放在什么？要放在 stack 上面。这个 string literal 它的分析方法就是我们的重点了，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东西可以分析一下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去年跟前年为什么要花时间讲那个什么字串呼那个韩式呼叫啊，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它的中间观点啊。好，那有了 GDB 之后呢，你就不用一直在程式码安插一堆的 printf，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GDB 里面就内建的，而且 GDB 里面内建的 printf 不会改变程式的执行流程。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在程式码里面做 printf 呢，你会改变程式流程的，因为原本 A 方群跟 B 方群它原本是怎样连续的，就是 A 执行完之后就到 B， 那你中间塞一堆 printf 就导致这样程式流程它跟你想的都不一样啊。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如果说你的程式是多执行序的。多加一个 printf 跟少加一个，多一个 printf 或少一个 printf， 有可能会导致这样时序上的不一样。好，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在 Linux 客户里面，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呼叫 printk， 很多地方是不能呼叫 printk 的。比方说 Linux 客户对吧 ？schedule 啊，所以更多时候你需要一个什么有效的一个 debugger 啊。所以你看，人生有了 debugger 之后，人生就看到是彩色的啊。虽然画面是黑白的啊，但是你要把它当彩色的啊，因为彩色的是人生。眼界因为这件事提高了哈。好，你可以随时随地呢用这个 GDB 去分析什么，去把机体的内容显示出来啊。然后呢，更酷的地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刚才改变程式的那个流程之后呢，你看到原本是输出什么？输出这个输出九啊，但是后来它后来输出值就变了嘛，就是我们去看啊这个东西，去想啊哪里不对啊，好。然后它中间也用到很多工搭配很多工具啦，比如说 hex dump 啦，去看那个嘛里面机体内容啦啊，然后看那个特定字串的那个内容。好，注意到一件事啊，这部影片比较旧了啊，它是32元啊，所以那个在你的电脑也许不能重现了，因为它电脑的那个这个展示的它的那个架构 CPU 架构比较旧啊，所以你要嘛就是用32元的方式去编译啊。或者是你自己踹出一个64位元版本，然后跟大家分享啊，其实都蛮好的啊。
那你要分享的话，你可以丢到刚才那个讨论那个聊天室啊，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来跟他交流哈。那我们这个讲座呢，也我们这个讲座都会持续下去啊，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座呢会有录影啊，我们简介完就会丢上来啊。那我们一个主题会一直讲下去啊，所以它跟你以前看到的一些线上教材不太一样。我不是讲座，不是教材啊，这边提醒啊，讲座呢就是我一个主题，我觉得很有兴趣跟你分享啊，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啊，我上次没有讲好，我就重新讲一次，我把它盖掉啊，或者我想要补充某上次某个地方啊，所以我可能再在这个基础上去讲啊，但是重点就是说啊，最重要是跟大家来做这个交流啊，所以你看到有了 GDP 呢，你可以在执行时期很清楚的知道你怎么运作啊，然后更多时候呢，你可能需要一个另外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怎样？就是说你程式可能 crash，你说。我自己写程式可能怎么可能 crash？好，对，你自己很优秀，可能写出来程式不会 crash。但你知道一件事，你有多少程式可以自干啊？你要知道一件事啊，在21世纪能够自干的是怎样？是多大的幸福啊！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呢就会对自干这件事很嗤之以鼻，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啊，搜寻那个，没有，你，比方说这个。你找自干啊，然后你再找我的 ID，对不对啊？那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自干有什么意义啊？哎，怎么自干不见了哈？那所以就反正网友都喜欢讨论嘛，啊，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啊？对，它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你自干的东西能够用，你自干的东西是可以延续的，在21世纪多么的什么？多么的难得哈，因为你更多时候是这样，你更多时候是你只能被迫去改既有的东西啊，而且你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去改，你说怎么可能？当然，你看林斯克隆，那2200万你怎么可能看得懂，对不对？而且4.11到4.12就100万行了，对不对？我就不相信你真的当做 source code 完，你可以对比那100万行的那个差异，不可能啊！好，所以更多时候是我们被迫要的啊，我们被迫要去研究一个我们完全不熟的东西。我们更多时候要去分析一个程式啊，就说比方说这个程式怎样，它 crash，好，那我们干嘛？我们需要去 replay 啊，知道它怎么 crash 的。所以 Mozilla 就做一个很棒的计划，这个东西一定要去用，这个叫 RR，这个 RR 是超级无敌霹雳强大，你一定要去看一下。看完之后，你人生可以过得非常快乐啊。前提是你又拿来用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呢，一样啊，它也有一个美妙的字幕啊，顺便开始帮你看一下。好，这个 RR 呢，注意到啊，这个 RR 呢，基本上它做什么事？我们刚才太快了，好，比方说呢，对不起啊，好，比方说 RR，我们没看到这个，好，我最终想要执行一个程式啊，比方说 Firefox，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因为 Mozilla 就是为了要 debug Firefox 才发展一个 RR 的工具啊。那我可能发现 Firefox 在某个状况下，比方说它在中国会特别容易 crash，对不对？好，那或者说它在 Linux 下，哎，打开某个网页的时候就 crash，这个状况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因为第一个，在 Windows 上可能不会 crash，在 Linux 上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 crash 啦，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中文输入法啊，有可能是因为 IPv6 啊，因为很多使用者可能用 IPv4，但是你。某一个人会 crash 是因为打开 IPv6，但他不知道啊，他回报说：“哦哟，我用 Linux，我用 Arch Linux，用 Debian，用 Ubuntu，就 crash，所以一定是 Debian 的错，一定是 Ubuntu 错，一定是 Arch 的错。”哦，但他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样，刚好是 Firefox 对 IPv6 没有支援好。然后，总之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干嘛？先把它录下来。所以你看到我这个用 R 这个狂，这个厉害的地方是，我呢先把 Firefox 这个程式执行啊。那执行就东摸西摸，然后摸到它 crash 啊，或者说摸到你不想玩的为止。那这个中间过程中都会被记录下来，好，所以它是一个 recording，它对不对？它把一个程式执行啊，所以你看到我在浏览网页的状况啊，那我去用它，好，用到一半，哎，crash 啊，那 crash 之后不用怕啊，因为我已经把它存下来了，对，因为我已经这样，我已经有一个执行的过程，接着我们干嘛？replay 啊，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太强大，一定要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刚才那个指令啊，刚才那个指令叫 replay 啊，假设你知道的话啊，就是这个 RR 空格 replay 啊。
那一旦 replay 说的超酷，好，看到这个超酷啊，我把字幕关掉好了，把这个你若输 replay 说呢，它会自动打开 GDB， 而且呢，它的状态是 crash 当下的状态，所以它实际上它的东西是什么？它其实在做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在做一个 checkpoint。好，在英文来讲呢 ，checkpoint 啊，那个 checkpoint 这个字很难翻成中文啊，这个因为它的英文里面意思很强大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刚才那个 R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 application checkpointing 啊。那 checkpoint 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它有几种翻译方式，翻成中文可以翻成什么查核点啊、稽核点啊、检查点啊。那我比较喜欢的翻译方式是稽核点啊，就是说比方什么呢？比方说这个，比方说男人过了30岁还不娶老婆嘛，对啊，就是稽核嘛，对好的嘛，好。哎，这每次讲这个东西，我就来讲一下这个八卦好了哈，讲一下自己八卦，讲别人八卦不好意思啊，讲自己八卦好了。就是呢，这个比方说你看一下这个我的 Facebook 啊，我个人的 Facebook 啊，然后呢，这个好，这个状态呢已婚对不对啊？就是。我呢，在5年前呢，去学校教书的时候，到成大教书啊，然后陆续还到很多学校嘛，像政大、台大啦，哈，然后这个交大这些学校都去教书嘛啊。然后每次到学校的时候呢，教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反正那边老师啊，那边的长官就想认识我哈，就跟他们陪他吃饭哈，这很好啊，反正人家请我吃饭啊，对，不吃白不吃，刚刚好的。可是来了，这个老师呢，过没多久呢，通常长官呢、过没多久就说。哎，黄老师啊，你结婚了没啊？啊，我就说没有啊。他说，哎，我介绍女孩子给你认识好不好？我说好啊，当然介绍女孩子给我认识当然好啦。啊，所以他就说，哎，介绍他的外甥哦，你介绍他的什么？哎，他的学生啊，就某某老师啊。然后呢，这个没多久呢，这个长官就会说，哎，黄老师，我有事跟你商量一下。我说，哎，我也还以为什么多重要的事情呢。我说，哎，你觉得我外甥怎样啊？你觉得我学生怎样啊？哦，你觉得那个隔壁那个陈小姐怎样啊？哦。然后他说：“哎，你为什么很久没有跟陈小姐联络啦？不是，是你的陈小雪不好吗？啊，是我外甥女不好吗？啊，真累死了，对不对？你没看到我这个讯息永远都看不完哈，好累啊。那所以呢，为了要杜绝这些有的啊，还有，你以为这样结束没有？这才刚开始啊。这其实我对这件事没那么困难啊。然后不然就是呢，突然就会有那种突然就有女孩子啊，就是可能不是很熟的女孩子，或者说某，就是反正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的那个。”就可能是认识男的，然后他的老婆，然后不知道干嘛就问我一个讯息，好，问我一个讯息，说，哎，黄老师，我想跟你谈一下，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对不对？啊，为什么到现在不结婚？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对不对？这个对不对？就在这里啊，对不对？我老婆在这里啊，对不对？啊，这个陪伴我30几年，对不对？啊，那总之呢，就是啊，那多惨啊！所以你看到。男人过了30岁不结婚，对，那社会各界就有这种 checkpoint， 所以你为了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呢？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啊，自行宣布已婚，好，看多简单啊，对不对？好，从此之后呢，这些讯息就少了很多，好，真令人感动啊，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用，对不对？啊 ，checkpoint， 好，所以男人过了30岁没有结婚，好，社会各界做这个 checkpoint 啊，去检验啊。那如果是 occasion 好玩 ，occasion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都是等城市码。Crash， 比方说遇到那个像 Unix 上遇到看到什么 segmentation fault， 好，那 segmentation fault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你存取了无效的机体，好，就是说你因为你程式执行都是在虚拟机体里面执行嘛，哈，但这虚拟机体呢，它怎样？它没有办法对应到它可能那个区域，它对应的区域可能是怎样？是机体保护的，比方说您这个地址，好，在这被机体保护的。或者说它根本没有对应啊，翻成 patch fault 啊，那 patch fault 有不同层次的，有 minor 的、major 的啊。那但是不管怎样，就是什么，就是我的机体操作可能这样是错的啊。那或者是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好，我用到某个系统呼叫，那这个系统呼叫呢，它拒绝你啊，拒绝你的运作。但是你程式预期说我会继续走下去啊，就是说我的程式是假设啊，比方说 write 一定会成功啊。那但是问题是 write 就失败了，或者我假设我程式预期是什么？Open 会成功，所以我后面又做 Write。可是 Open 如果失败的话呢，你 Write 怎么可能会成功，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问题：记忆体的 resource 啊，或者怎样 ，user 跟 kernel 不一致的状况。好，那 checkpointing， 而且尤其是 occasion checkpointing， 就是说
我想办法，就像刚才的 R 的工具，我一点一滴的去记录。好，当然不是每个时候都记录好，它就记录某几个特别点，然后呢就会退回去。当然最后可能是 crash。好，我 crash 之前，哎，我发现怎样？我其实在 open。好，所以我 crash 是在 write 地方 open。那我回到前面 open 的时候起来 OK 哦，它是 open 失败 ，open 失败其实不会 crash， 是 open 失败，但是你又针对同一个什么，针对一个同一个什么，就针对一个某个无效的 file descriptor 做什么，做这个做操作啊，这样才有可能 crash， 或者怎样，或是一些什么共享资源的问题啊，那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元，所以我把这样，我们把这个。把它这个用个系统化的工具去分析哈，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其实它的在过去呢，分散式系统啊，90年代非常热门的这个议题叫分散式系统啊。那当然今天就叫云端了啊，就是你也知道啊，都词汇量啊，过去叫什么东西，今天是什么啊？就是新瓶装旧酒啊，就这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讲到议题啊，或者是蔡志豪博士讲的那个。讲的这种学习啊，那所以呢，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旧的知识，但是我重新把它分析过啊，这个工具非常之强大啊，它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的一个checkpointing 啊，所以你可以把记录存下来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存起来的环境，你想我有环境，然后呢，让 GDB 回到这样的环境啊，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回到你喜欢的地方。然后更酷的地方是，如果你的 GDB 够新，也就是说你 GDB 如果是 GDB 7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件很酷的事情，你可以怎样把这个状态往前推。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 write 的地方 crash， 那上一栋是 open， 更上一栋可能是某个 if else， 更上一栋可能是 main 啊的第一行啊，那你可以这样一路这样往上推，然后呢，你可以知道那个 stack 的状况啊，或者说当下执行区的状况啊之类的啊，这个所以导致你在 debug 的时候，你看。你的可以更聚焦的，好，那更酷的地方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协作就是要把比方说别人 crash 的状况这样拿过来分析啊，所以你与其呢在那边乱下指导棋，你知道台湾会乱，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很多人在下指导棋嘛，对啊，那什么呀，这个什么产学失调什么鬼的啊，这其实台湾学校根本没有什么产学失调啦，产学这个不对等，根本没这样啊，你看那很多学校老师在看产业东西吧啊。然后产学合作也在做啊，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没有做下去，只是做了开头，没有结尾啊，这才是真的台湾教育的大问题啊。开头都很棒，每一个开头很厉害，肯定开头什么云端啊、IoT 啊，这都很棒啊，但是通常没有做下去啊，浅尝辄止。好，拉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来讲的话呢，我可以来干嘛？我可以去设定 breakpoint 啦，我可以推回去之前状态啊，然后甚至改变之前状态呢，你可以这样继续执行。所以你可以做用这个 R， 你可以 recall 跟 replay 好，然后做非常多事情，然后尤其是 debug 这个像 Firefox 这种大型的程式啊，非常之帮助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甚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设计一些有效的一个 unit test 的机制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善用它的话，你人生可以过得彩色一点啊。好，那底下有一个演讲啊，那这个时间比较长，就自己看一下啊。那同样这个东西有字幕了啊，可以叫你看一下。这东西我相信你看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感动啊，就是原始人遇到火，我不是说你原始人不要乱想啊，不要对号入座啊，就原始人看到火的感动啊。好，那接着呢，就是最后呢，我们来讲个比较轻松的议题啊，就是说这个Microsoft 最近做了很多 open source 发掘啊，其中一个东西是 VS7 Visual Studio Code 啊 ，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东西非常棒啊，它就是完全 open source， 而且它的效率蛮高的。当然每个人定义效率不同了啊。我觉得最棒还是 Win 啊，但是如果说扣掉 Win 的话，我就推荐这个啊。那这个 VS Code 呢，就是说它其实它就是建构在 Web 的基础上啊。然后呢，有很多很棒的这个 plugin 啊，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有学生，我第一个 link 贴错了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就说这个之前有我们有学生帮忙那个。帮忙大家分析哈，就是分析说这东西怎么安装啦，怎么去使用啦，然后怎么去设定啊，然后怎么去安装，很不错的 plugin 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干嘛？你还可以搭配一些Git 的工具啊，然后那个 source label 可以就是那个 diff 工具啊，
然后你也可以搭配 GDB，然后做什么单步执行啊，然后显示它的状态啊，然后对啊，这个东西非常之强大，而且一直都有更新，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啊。然后呢，这个网友做了非常棒的这个说明哈，所以他讲实在太棒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对，你看上面有个 no bullshit 啊，对，好，所以就讲东西对吧？就讲东西都是好东西呀，啊，所以就跟你讲说什么这个东西这个 AD 怎么用啊，然后它的那个怎么去装 plugin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讲到这边啊，那我们快速看一下有网友有什么问题。好，网友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吗？网友没有特别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再宣传一下哈。这个希望大家哈，就是说，如果你有零用钱的话啊，来赞助我们这些学生哈。那从这个，你知道吗？哈，从这个大学生啊、高中生啊，哈，就是尤其是大学部的学生跟高中生啊，他是更需要帮忙的哈。那所以呢，你可以让这些学生去参加这种一流的研讨会啊，直接跟高手学习，他们的成长空间非常大啊。然后呢，再是你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硬币啊，比方说像我那时候那个无人车嘛，就大概可以学大概10万块，我就把我的零用钱给他们用啊，让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东西打造出来，而且最重要是他们在过程中不止学到影像处理、即时系统啊，然后像现在还开始探索那个 machine learning 啊，这都很好，就是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然后但是不用担心他闭门造车的时候，因为你把 source code 丢出来，然后跟这个上游的这个像这个 Python 的社群啊，或者 Node 啊，就是 Node Operating System 这个社群啊，跟他们交流啊，那你不用担心这个脱节，因为我们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世界啊，只是我们的心态要先调整啊，所以这个很需要大家的协助啊，所以拜托啊。那当然也欢迎来跟我当同事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谢谢大家，晚安。